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106年6月23日星期四，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12条及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高志鹏等32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邱志伟等21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讨论事项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提案委员王玉敏委员来说明提案要旨。谢谢主席啊，也谢谢昭伟啊，今天排定本席所提出来的有关于动保法第12条跟第27条的这个法律的修正案啊。我想最近大家都看到，国际上对于现在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广西，他们还有所谓的狗肉节哦，而且还大量去吃狗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国际的很多知名影星，他们都站出来为动物发声哦。那我想台湾，我们其实在这个去年哦，也陆续还有少数零星的案例，是有人明明是卖羊肉炉呢，但是呢实际上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哦，里面呢有这个去屠杀这个狗狗，然后去贩售的情况，还有外劳呢屠杀的是猫只哦。那这一些情况都让我们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严重违反动物的权利哦。既然我们的动保法，我们12条原本就已经载明了，我们不可以去屠杀、去宰杀这一些动物。那既然不能宰杀，当然他们的这一些土体更不可以去食用。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像高雄市今年3月也开始用自治条例的方式，禁止大家去吃猫狗肉。那目前看起来台南市呢也会跟进哦。那我们要禁止吃猫狗肉这件事情呢，本席认为不应该只是少数的地方政府他们认为重视这件事情才来实施。事实上台湾我们这几年的动保越来越进步，所以有关去严禁吃猫狗肉的这件事情，应该是要透过中央法令的规范，我们要有一个一致性的标准。所以今天呢，本席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有关动保法第12条的修正跟27条的修正。第12条呢，主要是本席加入了在原本的法令当中，除了不可以去屠宰之外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购买、食用或者是持有这一些犬猫的土体，或者是你的食物成分有加入这样的成分，通通都是不允许的。那如果你犯了第12条的话呢，我们在27条加了所谓的罚则，一旦违反你去吃猫狗肉或是持有它的土体等等，就要处新台币50,000元到25,000元的罚款。那本席认为，我们今天台湾的动保，我们已经是包括像临安乐死，还有就是很多突破性的，我们都在法规上不断的去规范。那现在国际上对于禁吃猫狗肉的呼声也非常的高，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会期，我们让动保法第12条、27条可以顺利通过的话，正式宣告台湾会成为严禁吃猫狗肉的国家，我相信在亚洲地区，在全世界，我们的动保其实是走在非常前面的，也会让全世界更认识台湾，我们是一个真正非常友善动物的国家。所以本席在这边要希望朝野各界的立委大家共同来支持，让台湾严禁吃猫狗肉这样子的一个法令可以明确入法，入的是我们的动保法，让全台湾我们有一致性的做法，未来在台湾通通不准吃猫狗肉，那让台湾成为真正友善动物的一个福利国家。谢谢大家，谢谢。
好，我们继续请提案委员高祝文委员来说明提案要旨。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在场的先进，本案，其实是有五十几万人啊的一个民间联署所发起。本席，当然也特别跨党派的请了，本院的各党派同仁来共同提案。这个提案由台湾书人会来会诊这些意见，草拟的这个草案。而今年的4月30号，国内五个城市也举办的同步点灯，跟港澳海外都有一个串联的一个行动，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全球都有的一个共识。这样的一个民意的呼声，我想立法院绝对应该重视，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所有的委员都可以共同来支持，尽速来完成这样的立法。这个立法其实有它时代的演变，在以前的社会，动物对很多民众来讲，它可能只有功能性，或者它的经济性，还有工具性，所以一般我们不太重视对动物的照顾环境，动物是作为一个物品，作为一个工具，生命权益的保障极为低落，尤其如果不具经济价值的动物，在受伤或生病的情况下，如果失去它的功能性，很容易就遭到弃养，甚至恶意的杀害。但是这几年的演进，动物在现代人的心目中的重要性跟扮演角色，跟以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很多人他跟宠物的关系早已经跳脱过去的工具性跟主从关系，他的宠物都被视为家庭成员之一，即便是一般的经济性的动物，现在也讲求动物权益的保障，在屠宰上面也都采行人道屠宰，而且严格要求要有一个优良的饲养环境。多年来，全球提倡动物保护的议题，已经使得动物保护变成是一个普世价值之一。这也是当初，动物保护法立法之初的一个宗旨。我们看到这几年发生很多恶意虐杀动物的案件，从全国瞩目的台大生虐杀大橘子野猫的这个事件，到其他对饲养动物的一个恶意虐待，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关注，但是相关的司法判决都是以罚金来处理，可以说备受争议。国内外的研究其实统计都显示，很多虐待动物的都有可能是未来暴力犯罪的危险人士，两者具有高度的一个相关性。国内很多数起重大的治安案件，嫌犯也都有虐杀动物的一个背景，所以针对这样的恶意虐杀动物的事件，我们不仅应该进行相关研究，拟定生命教育、諮商跟心理治疗、社会安全网等相关的对策，以防治潜在的暴力犯罪。更重要的就是，像今天的修正案，可以来加重虐待动物的刑责，一方面彰显动物的生命的价值，一方面就这些潜在的危险人士也可以收警惕之效果。所以这次我们修法积极来调整刑度，针对不同的犯罪情况调整相关的刑度，来做区别不同类型跟程度的犯刑。现行的条文对重大伤害或甚至是虐杀一条生命致死，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低于刑法354条的毁损物品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讽刺而且不合理的一个对比。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人
拿一把斧头对着关在狗笼里面的狗要扑杀它，结果同一个行为砍坏了狗笼跟杀掉这条狗，分别判的刑度反而是打坏狗笼的毁损罪刑度比较高，可能判到2年，砍杀这条狗最多就判1年。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我们觉得动保法第25条不修实在不行，不修会让台湾成为国际的笑话。而且参照国外先进国家的法律，虐杀动物重伤或致死本来就应该处以相当的刑责。动物的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它是没办法回复，它也没办法像毁损一般物品的回复原状或造价赔偿。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本次的修法，主要就是在提倡动物是生命不是物品的一个动物权的一个理念，来符合社会的变迁以及期待。那诚挚的希望各位委员能够支持这样的立法，来尽速完成立法。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提案委员邱志伟委员来做提案的要旨说明。谢谢主席。今天基金委会审动物保护法相关的条文修正，我想，我跟王玉明委员的提案大概是方向是一致的哈。那事实上，从这个会期之初啊，好像我记得是，基金委会第20次会议的时候，我就针对，这个使用犬猫，并没有在动物保护法里面去明文禁止啊。我咨询过农委会，事实上现行的动物保护法，它当然是禁止这个宰杀这个犬猫，但是对于食用犬猫，并没有白纸黑字，并没有明文去做禁止啊，也没有相关的法则。那时候这个农委会也觉得这部分应该在法律上要做一些调整跟修正。那事实上这是一个进步的立法。这个犬猫啊，跟人类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在现代社会中，大家都昵称为毛小孩，就是说他们跟人类的这个亲密关系，把它视为家庭里面重要的成员啊。我很难想象，这个竟然在现代这个社会还有食用犬猫这种状况，虐杀犬猫啊，虐待犬猫就是为国人所不容啊。虐杀犬猫可能它在人格上已经有很大的这个缺陷啊，那更遑论这个食用犬猫。所以事实上，高雄市政府、高雄市议会，在104年12月，我们就率先通过立法，我们通过《高雄市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就明文规定，就是说禁止食用犬猫，是全国率先把这个禁止食用犬猫通过立法形式来禁止。那中央这动保法就没有因应相关的这个修正，所以我就立即那天咨询这个农委会之后，农委会觉得这个部分必须要这个在法律上做一些的这个补强啊，所以我就立即提案啊，所以希望说今天包括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王玉明委员国民党我想我们的这个同事我们都支持，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食用犬猫，应当是为国人所不容，所以应该明文禁止，而且要处以相关的这个法则，让这个保护毛小孩能够更为彻底。那当然我在立法的过程也有很多这个民众来打电话来提供一些意见，他说我只有限制犬猫为什么这个其他宠物，比方说有些蜥蜴啊，有些这个猪啊，有些鸟啊，都是宠物。但事实上，这我都了解但事实上，国人这个所谓最亲密的宠物大概都是犬猫了哈。所以所谓毛小孩也是指的犬猫。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说，从动物保护的立场，所有的宠物都应当受到保护了哈。
但事实上我们先从犬猫啊这个做起的哈。那另外针对另外一项这个修法的这个目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些国人啊会用这个机车或者脚踏车啊遛狗，哈、哦、啊你骑机车可能这个很便利也很轻松，可是在遛狗你这个啊毛小孩恐怕他们没有办法负荷啊，也会造成这个啊交通的影响哈、哦、所以对于这种啊用交通工具来遛狗的这个行为，我觉得也应该要明文禁止，处以相关的法则哈、哦、否则这个你自己轻松哈、哦，然后造成这个对啊毛小孩对犬猫的这个是那不是遛狗，那是虐狗哈、哦，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也应该啊有制定相关的明文禁止条文，也应当有相关适当的法则哈、哦。所以本席啊很高兴看到啊国民党也看到这个朝野都有这个共识啊啊，针对禁止使用犬猫啊，从立法做起，然后啊可以到全国一致，那这个。对于用交通工具这种遛狗、虐狗，不是遛狗，是虐狗的这种作为，我们应当要明文禁止哈。我希望，今天关于动保法，不管是我本席跟这个王玉明委员的提案，或者是高志鹏委员提案，对于这个虐待动物的刑责要提高之外，我想这个部分朝野都有高度的共识啊。我们希望说透过今天讨论之后，能够在委员会审议通过。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前呢、啊，能够针对动保法的这个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能够三读通过哈啊，也确实能够做到这个保护动物啊。好，谢谢说明哈。我想今天我们讨论事项的三个这个议题议程哈，我们就并案来做审查好，那我们就请一并来做报告。那是不是我们就请对，那是不是我们先请我们农委会的副主委来先做报告，好不好？好，各位委员好不好？好不好，邱委员，好吗？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那首先先向贵委员会各位委员对本会业务推动上的一个支持与策略呢，表示最大的一个感谢。仅就王委员、义民等16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12条及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高委员志鹏等32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邱委员志伟等21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关本会回应意见，简要说明如下，敬请指教。一、本院委员王义民等16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12条及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一、委员提案修法缘由，鉴于现行《动物保护法》下称本法仅规定不得宰杀贩卖狗猫土体，然时有吃狗猫肉之新闻事件传出，现行法并未规范食用者之处罚，在无法阻截需求端之困境下，仍然有业者铤而走险施宰，满足饕客需求。高雄市已开启首例，将禁食猫狗肉列入其自治条例中。显见其纳入本法之必要性。二、委员提案修正重点。一、修正第12条第3项第1款，将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及其土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纳入禁止行为。二、修正第27条第7款，将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或其土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纳入法则规定。三、本会对委员提案之回应。一、有关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土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纳入禁止及法则，基于有肉用消费需求，就有人铤而走险违法生产之商业行为，对不需要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肉品之消费者，
予以禁止，并处分，有正面遏止作用，且前开修好方向，各县市政府亦有共识，本会敬表尊重。二，为本修正案将贩卖、购买或持有犬猫，以食用犬猫涂体等一并禁止，将以动物保护法其他涉贩卖、购买或持有犬猫之规定有所冲突，实有未妥，原建议文字着作修正，以避免法规冲突。建议修正文字如下：一、修正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为宰杀犬猫或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其涂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二、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七款为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之涂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涂体。二、本院委员高志鹏等三十二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一、委员提案修正缘由，建议本法尊重动物生命及保护之宗旨，动物生命权一旦被剥夺时，具有不可回复之特性，不能以一般物品的回复原状或造价赔偿视之，实应落实动物是生命不是物品之动物权理念，将刑度以罚则依违反本法之条款加以区分，并速度提高，以免轻重失衡，并彰显生命价值，以有效制和有效遏阻犯罪。二、委员提案修正重点，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之一条及新增第二十五之二条至第二十五之四条，将违反第六条、第十二条及情节重大者，依其犯行类型以程度之不同加以区别，并提高及给予不同刑度以罚则，以有效遏阻违法。三、本会对委员提案之回应：一、基于本法立法宗旨为尊重动物生命及保护动物，将虐待、宰杀动物依其犯行类型以程度之不同加以区别，并提高及给予不同刑度及罚则，以有效遏止违法，符合社会期待及管理方向，本会敬表尊重。三、为修正条文第二十五至三条第一项，建议文字着修正以处罚故意者，方为妥适，理由如下：一、修正条文第二十五条及第二十五之一条均采罚处罚故意者，而修正条文第二十五至三条第一项属前开条文之情节重大者，宜一致采故意者；二、现行条文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一款宜有过失致死等裁处规定，宜以现行条文区隔。三、本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一、委员提案修法原有一建议宠物宿主为求便利，以汽机车附加绳链方式遛狗，牵引宠物，致使宠物遭衰落、拖行而受伤者，情势屡见不鲜，有立法约束宿主之必要。二、建议本法立法目的在于尊重及保护动物，现行本法仅规范禁止宰杀犬猫或贩卖其涂体，若发生食用犬猫之情势，无法针对食用行为处以罚则。又民国九十年本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意旨，即有禁止为食用、皮毛用等目的任意宰杀犬猫等宠物类动物，原修正禁止食用。三、国人对于生命之尊重和善待，应由教育扎根，故饲饲因不当管理违法或相关规范，应接受由主管机关办理之动物保护讲习，其借由学习本法之立法精神，进而改善其行为。二、立法提案修正重点，修正第五条
第三十条第三十之一条啊，约束数字以汽机车啊附加绳链方式遛狗啊牵引宠物致使宠物摔落落地拖行而受伤等行为，并纳入罚则。二、修正第十二条及第二十七条，禁止买卖食用权猫及其涂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并纳入罚则规定。三、修正第三十三条之一条，啊，对于违反本法规定者，应强制接受主管机关办理之动物保护讲习。三、本会对于委员提案之回应：一、有关修正第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以及第三十三之一条，本会敬表尊重。另二，另修正条文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及第二款内容，以重复规范食用犬猫之罚则，啊，何有干戈？本会建议文字酌作修正，以避免法规冲突。建议修正文字如下：一、修正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为宰杀犬猫或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其涂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二、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七款为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之涂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涂体。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女士先生不吝指示，谢谢。好，我们现在进行询答。我们委员咨询了之后，我们就做六八号是吧？好，那我们每一位委员发言的时间就六分钟啊，必要的时候得延长两分钟。好，我们上午十点钟我们就截止发言登记。那么如果有临时提案，我们就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我们来进行处理。好，我们现在首先请登记第一位的黄伟哲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农委会，我们黄副主委哈，请以及各位列席长官，请我们受先请副主委好了，还有法务部罗。好，请副主委。法务部好，罗三世。副主委是，你好，委员好。我刚刚简单的听到你们这个。报告哈，其实，有分到两点啊。首先，我先请问参事好了，好，其实，今天的修法的意旨主要是说食用其中之一了哈，其中一项是食用犬猫，好，但是食用的定义，就是说有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请教一下法务部，食用定义很多种哎，像我们知道过去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不对？那你如果说这个一般顾客去餐厅，他明明点了，结果他用混充的，在一种误食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有时候那个食品标示不符，你知道很多过去也曾经被人家讲说那个素食，哦，所以我们吃咖喱，就咖喱里面含牛肉，牛肉粉，啊，你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吃咖喱，弄个咖喱饭，那有一些素食的人想说，哎，我就是吃素的，结果一弄起来就吃误食牛肉了。那所以这种食用是不是要界定清楚是怎么样的情况下的食用？是。那，如果说是误食的情况下，这个苛责要苛责做这道菜的人，或是怎样的人，而不是苛责那个是对于刑罚的对象是怎样？我觉得其实是参事告诉我们一下。是，您刚刚垂询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是食用的话，那有刑罚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处罚故意犯的。因为那个过失犯一定要法律有特别规定才加以处罚。那像我们动保法这个，如果说我们有将来这个把食用加进去的话，我们还是处罚故意犯。如果说是比如说到餐厅我们去误食，那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他吃的是犬或猫的涂体，他不了解。那因为我们这个动保法的修法没有处罚过失犯。那甚至于说他可能如果说他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的话是有可能的，但是间接故意，
对，我们故意一般有分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就是明知啊。间、嗯、接大概是怎么样子？ 我明明知道说这一道菜是犬猫啊的徒弟是犬猫，那我还去吃，那当然我就犯了这动保法啊，动物保护法这个刑责的规定。那这个举证责任在哪里？在谁？举证责任将来就是由我们执法机关去那个去认定。举证他是故意吃，我们可以就去了解说这个去查询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餐厅的老板呢，这客人就点的就是犬猫，那就很直接的就认定他是明知。那间接故意？那间接故意就是说他点了这道菜之后，他说哎，这家听说可能有在卖犬猫的徒弟哦，那他想说我即使点了，即使吃了犬猫也无所谓，也不违背他的意思的话，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说买方跟卖方都是在一种默许默认的情况下。对对，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即便没有说这个东西是菜单上没有，因为有时候菜单上有就被有关相关单位的稽查到了嘛，对不对？对，是。那菜单上没有，他那来就是啊，来一客，然后他就做一客，对，他就吃一客，对，啊，双方都没事吗？没有没有，这个就是双方的、啊、这样就有事了。对，因为老板是餐厅老板，一定有刑责，嗯，因为他本身就贩卖嘛，是是，他就贩卖嘛、嗯，那个食客的消费者他就是食用，嗯，就是违反我们动物保护法，将来修法通过之后，这叫间接故意，对，间接故意。好，我了解，谢谢参事哈。是，谢谢。现在请副主委，副主委，这样听到了。委员好。那个法务部参事罗参事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禁止食用的话，那我们觉得当然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法规可以适用，譬如说食品标示法哈，或商品标示法或相关的标示，你没有标示，让顾客误食。哦、你可能自己要负担一些责任，还有你标示不实，自己要负担一些责任，那可是其他的法律的适用。但是你明知这个东西是那个犬猫的徒体或者含有犬猫徒体的成分、哦、那你还特别使用在用来做食材，可是呢，你知道，举个例子可以比方啊，像那个黑心油有没有？是，不管你多大厂，到时候讲说啊，我们也是受害者啊。啊、哦，我们也这个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上游是什么什么？哦，上游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他用的是黑心油？哦，他也是 GMP 厂啊。那我们只是用这个，所以我们是间接受害，然后害了消费者。是，那、啊、你说这个有没有责任？有。所以你知道，没事就没事啦，有事大家互相推责任啦。必然是生产者是有事，生产者是有办法。那你进口，好、哦，你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前两天那个进口的英歌鱼有没有？好、哦，被查获的。是。那个是野保法，那个是保育类的哈，那个不是动保，那野保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那个是这个是那个是什么？那个保育类的二级保育类的这个鱼类，结果他进口，他说，哎呀，这个英歌鱼在国外都是大家不想吃的廉价鱼类，在印尼是，好，我怎么知道啊？听说中国观光客人喜欢吃，我就弄一点来，我怎么知道处罚？他一定到时候就相应不理，说我怎么知道？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不可以哈。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应该要有很清楚的一条界限跟红线。好，什么啊？那如果说那个英歌鱼，哈、哦，那一般海产店一定很多种嘛，很多那个鱼类嘛，是。那很多海产，那如果店员在推销说，哎，这个鱼好吃啊，听说好吃，可是他没讲说英歌鱼，那顾客也没讲说，也不知道这是英歌鱼，就说听说很好吃，是。啊，什么鱼？他说啊，反正就是蒙混带过。这样子构不构成间接故意或怎样？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哈，你们农委会可能很需要很清楚的这个界定，以免土法不足以自行。今天立法的用意是希望说杜绝一些不文明、野蛮，而且违反这个人道，而且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毛小孩看作是我们家人的一部分，好，结果的一家庭成员的一员，结果却被用奇奇怪怪、直接、间接，或混淆不清的这个理由，来使用掉。那我觉得这大家不乐见的了，所以才要修法。那如果修法还不能够有效防堵，那就很遗憾了。所以我们才希望说要把这个东西好厘清。而且举一个例子来说，之前的虐待猫狗，好，虐待那个猫，之前有个国防大学的一个中校。行政惩处惩不惩处，校方我们还要跟校方来交涉，怎么可以这样？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罚金的部分，好、哦，台北市只罚，动保处只罚1万5，你看，那这样子有吓阻力吗？所以今天这个修法过了以后呢，我们的罚则就会更严明，5万到25万，对，啊，那吃啦，我说虐待啦，虐待是多少？虐待那个虐待的话，致死的话会送刑罚。啊，有刑责的，有期徒刑。有期徒刑。不，现在就大家高委员跟那个跟邱委员他们的提案，就不是指1年以下啦。你没听到刚刚提案说明吗？你弄坏狗笼是2年以下，你杀了里面的狗是1年以下，这个这样已经就不符合，姑且不论保护动物的这个原则，这样就不符合比例原则了啦。那为什么？因为狗笼是有主的，是谁的？那那个这个虐待哈、哦，这个虐待动物啊，现、哦、也是有主的啦，哦，那这样子变成只有1年以下，我觉得其实对民众来讲，我觉得这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们才要调整，适度的调整这个刑罚，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的情形也不再发生。好，是，谢谢副主委，谢谢参事，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徐有明委员发言。有请副主委哈。啊，徐委你好。副主委你好啊，主席啊，各位同仁大家好哈。副主委，今天这是这个《自由时报》报纸的头版。好，头版下面第三则新闻是2岁童。遭流浪狗围攻，急救人命危。这是发生在台中这个太平区的一个事情。他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男童遭围攻的这个男童，他是跟着外婆去这个采荔枝，是果园啊。那傍晚4点，大家在休息的时候，这男童在旁边玩。后来男童不见了，大家在路上去找他，发现他已经被6只流浪狗围攻，哈，这个浑身是血，哈，全裸趴在荔枝树下，奄奄一息，而6只狗还在横咬男童，哈。那副主委是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讨论法案是在保护动物，那可是。流浪狗的问题在台湾，像这种事情发生，其实大家都没办法接受。那副主委对于这个事情，你们的理解是怎样？这个案子你们知不知道？我知道，我看过报纸。好，那我是说，那地方有报上来吗？你们有去了解这个事情？这个是应该是昨天发生，今天早报嘛？对。这个是属于那个地方县政府的应该要跟县政府通报。对，对了。那因为它发生一个问题，几个动保法的结构性问题，这时候就出来了，有6只啊。那后来台中市政府去抓，抓了14只，可问题就在这里。啊，这14只是不是咬这男童这6只很难认定啊？是。好，第二个有没有4主？因为我们这时候要追查责任嘛。这6只是流浪狗，有没有人喂它？有，附近啊、哦，他这边讲哈、哦，有个林姓男子的主处在附近哈、哦。这个林姓男子每天都回主处整理果园的时候，并带食物喂养流浪狗。好、哦，好、哦，那请问副主委，啊，这个林姓男子喂养这些流浪狗算是4主吗？不是，不是4主。对、哦，所以我们很难去追究他的责任。是，好、哦。那当然，这时候责任就算在台中市政府。我想台中市政府的确有责任。好，那副主委，我这边在讲，就是说处理流浪狗问题在台湾变成一个大家关心的，不只是这个临安乐死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是有30-40万只现在在外面。那我们现在既有的机制没办法处理它。好，这个下一页。好。我们这边对4主的固定是动物之所有人或实际管理动物的人。
哦，这个林姓男子其实不符合这个字这个定义嘛。对，所以我们动保法没办法去规范他。好，那第二个，啊，饲主对于管理之动物应有下列规定办理，我们列了非常多。那副主委，你如果从这案例来看，我们动保法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修正的必要？第二个，啊，这三四十万只在外面才能产生攻击事件，很多动保团体提出 TNR。那从农委会的角度，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吗？是，这TNR 是从源头上去把它减少，这我们认为这个是绝对一个可行的一个方向。那刚刚委员所提到的有关野生，就是流浪在外面的一群一群的狗，这确实是一个环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副主委，我们在台北市可能不一定会看到，可是，在南部、中南部很多。对，哦。台中市虽然叫做直辖市，升格为直辖市，可是台中过去的台中县区很多这样的大幅的果园或是这种野外地区，流浪狗是非常多。我们从台北角度的处理方法，我们可能做这么多规范，可放在那边，我们动保法一点用都没有。哦，我后来查了一下，我们虽然有刑法。刑法是宠物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饲主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嫌疑人有过失要负起过失伤害情责。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没办法界定饲主是谁嘛，对不对？一般有人有家庭饲养的狗去伤害到人的比例是有限，很多都是在外面流浪的狗群那他伤害人的依我的经验，以前我在屏东生技园区的时候，我们园区里面就有三群，这三群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在员工下班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追人家，这个是我们最麻烦的、最困扰的，也是这一种形态。但是他，你很难去接近他，因为他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我知道，可是像我们这个案例，有人去养他，当然很多人认为说，养你去。是喂养它，搞不好可以减低它攻击人或其他这个动物的这个几率。是，可是诸位，如果 TNR， 可是 TNR 有个问题哈，它有一个认领或回置的问题，就是说你帮它结扎以后，我们希望长期而言降低它的数量，可是问题结扎之后要放去哪里？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在太平区这几只，我觉得。可能农委会可以要求台中市政府去认定一下，这几只有没有晶片？哦，这几只有没有经过 TNR， 还是都完全没有经过这个？因为 TNR 的问题，下一个，虽然很多人都在谈哦，回到前面哈，捕捉收容，或是把它这个绝育，下一个，可是现在大家比较大的争议是，你如果让它回到它原来的地区，还是没办法防止这个流浪动物攻击的事件。通常如果以狗的特性来讲的话，你把它绝育以后呢，它攻击性会比较差，就会差。可是是完全为零吗？这个没有办法确定。对，如果它因为饥饿的关系，虽然它已经被绝育了，是，对不对？对，它还是有可能攻击嘛。我相信他们攻击这个男童，也不一定是纯粹是因为六个，会不会是因为食物的问题，因为饥饿问题，所以。副主委，我的意思是说，通常狗是有它的领域性的，这一个领域区块的话呢，你如果是就是说陌生人进来的时候，它就有这种防备心。副主委，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之前讨论是收容所里面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员太少，是，我们前面有一个这样一个园长，是，竟然因为安乐死的问题，而导致这个不幸的这个自杀事件。那现在，因为我们没办法收容这么多，那我们外面还有三四十万只，好，那他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那TNR副主委好像显然也认为是一个方向，可是我们动保法并没有把它纳进来。是，好，那这是未来会处理的方向吗？这是农委会未来处理这三四十万只这种事情，还是要避免嘛？对， 对，这一个部分我们在评估，看有没有办法去加强，因为过去曾经推动过。过去曾经推动过，对，那因為现在是很多动保团体希望往这方面做了，是，但是可是副主委他的问题就在我这边列的啊，好，
绝育可以逐步递减该地区的流浪动物，可是你回置的时候，是 return 的时候，嗯，那地方这个数量还是在，短期内数量还是在，是，对不对？但是它不会再扩充。我当然知道它不会再扩充，嗯，可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现在很担心，如果那几只犬只也有 TNR， 那 TNR 整个政策不就破功？我希望不是了。我希望 TNR 可以除了降低长期而言降低这个数量之外，也能降低它的攻击性， 对不对？对，让流浪犬不是那么危险的。对，可是在这中间，当大规模，我们看一个表，好，这是下一个，对，这是农委会的承诺了，每年绝育率每年成长3%，好，是，这是你们的资料，对，104年希望到45%，可是实际只有39%。105年希望能到48%，增加3嘛，还是39？那我们106年呢？能跳到51%吗？我们目前105年的话，我们预计会达到15万头的一个结育，全台湾15万头的一个。这是你们补助的钱下去可以达到效果，你们希望达到这个数目，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25万头能到51%吗？大概还没有办法。哦，所以我就说，农委会在数字上面真的要精确的管控哈。如果真的像副主委讲的，透过节育可以降低它的攻击性，或许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它太耸动了。是。哦，你可以想象傍晚的时候，大家在那边和乐，荔枝树下在乘凉，就小朋友被狗叼走，而且不是一只，是6只在攻击它。是抓了14只，听说附近还有20几只。而且抓了这14只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攻击的，是抓了狗也没用，因为没有饲主。好，啊，这些狗就算你怎么处置它，这个整个流浪狗在外面30-40万只，如果按照副主委讲这个速度，还要几年，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完全绝育的效果。是，啊，几年？你的评估，這個，按照你们的速度，我没有办法去预测，因为这个在环境里面。我们现在可以统计的是30%，不要完全绝育啦，欸，过半，好，达到你们这个所谓107年54%过半的效果，这样是好，尤其除了都会地区，我觉得这些比较乡村或是农业地区，这个问题其实相当普遍。是，好，谢谢主委。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基委员会。主席可不可以请农委会的副主委，黄副主委。孔委员你好。副主委你好哈。今天那个动保法的这个修正啊，好，动保法的修正有3位委员的版本，现在农委会的立场是怎么样？支持吧哈。这个那个方向是一致的，只有文字有一点。您比较支持哪一个委员的版本？基本上三个委员，我觉得王益民委员的可能还比较好啊，因为他的这个罚金是还大家好像还比较能够接受，25万嘛。对，那高委员的好像到300万、200万还是300万？不，那是累积的。那是累积的呀，累积的。啊，那这个版本的修正，本席都支持了。是。哦，本席都支持，因为我觉得动物本来就有一个生命。我们要尊重动物的生命，是啊，特别本席也是非常的，这个痛恨那个犬跟猫，啊，如果有被宰杀、被猎捕、被食用的话，啊，这个本席也是非常痛恨的，是啊。那我特别是要在这里跟副主委说明了哈，我们在事业中的时候，啊，我们是针对另外一个法案，是啊，《野生动物保育法》，当然今天是谈那个动保法了哈，今天是怎么尊重动物。那刚才我讲过，本席是支持的。那但是本席是因为有提过哈，这个过去几年来啊，我们原住民猎人打猎啊，在自己的传统领域这样，所以我才修了这个非营利自用啊这5个字啊，能够说哈，大家啊能够针对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啊打猎的权益啊能够尊重，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生态啊的一个自然的生态永续的发展。是，那怎么样取得这个和谐了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后来提了之后，经过经济委员会一读的审查通过，但是因为动保团体他们有开记者会
啊，要求我们经济委员会要开一个公听会啊，那针对我们动物保护方面，所以我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案只有修五个字，非盈利自用啊，后来就被拉下来要党团协商，目前是这个情况了，啊，目前是这情况，所以有时候动保团体跟啊原住民的猎人的权益哈，他的这个利益哈，就他的这个目标是有点相违背了哈。但是我要在这边强调了哈，我们几位原住民立委呢，从那一次我们那个法案被拉下来要党团协商的时候啊，我们召开过一个记者会，我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呐，啊，那声明就是说，目前并没有确切数据或科学证据证明野生动物的绝种是原住民狩猎所致，不应该再污名化啊原住民的狩猎的文化。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违法走私、买卖保育类动物，并无来源证明跟原住民的狩猎有关，啊，不应该再将该类不法的行为与原住民狩猎做任何影射或连结。这个是我们当时，啊，我们原住民立委八位跨党派的，啊，都认为说我们原住民啊，这个我们今天野生动物啊，这个动物啊，它的这个这个数量减少，并不是啊原住民猎人，不要把原住民猎人污名化，我们是最主要是这样，反而是那种违法走私买卖保育类动物，这个才是应该要去检讨的，啊，是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有规定了，那个我想副局长，这个，你们林务局不是有定一个原住民什么基于传统文化基于需要嘛？是，哦，可以猎捕宰杀。野生动物保育办法，这林务局定的，那是严格的限制跟规禁止原住民啊，这个可以这个贩卖这些动物不行的，啊，这个是有这样的规定跟限制，是只有在传统祭典文化啊，我们才有这样容许，这样可以适度的去打猎啊，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区域跟一定种类了，啊，大概是这样了哈，这个就是我今天最主要是副主委。你今天来了哈，我特别是来这里跟您，这个啊，这个跟您这个分享一下哈。那我今天要举一个案例哈，在5月14号的时候，啊，在上个月，有一个新竹县尖石乡的甘姓男子，啊，是田埔村的哈，靠近司马库市那边，田埔，47岁，啊，那他是被一位这个就是新竹县的一个家畜防治所，啊，提报他有宰杀狗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啦。那但是这个甘姓男子呢不满被陷害，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被涉及的，因为当时有一位好像是动保团体的人士啊，为了要孝敬他的父母亲，啊，他是说要能够杀狗才能够来孝敬他的父母亲呐，啊，所以就问那个部落的人说有哪一位是在杀狗的。后来这个甘姓男子呢，因为被他所感动，因为他说他要孝敬他的父母亲嘛，哦，后来就自愿啊帮他杀了一只，然后后面还有酬劳给他300块钱，哦，300块钱酬劳给他，然后呢，他就被检举之后呢，依这个动保法移送法办，那甘姓男子不满被陷害，他就指控这个检举人他故意教唆他毁损，啊。所以新竹县家畜疾病防治所表示呢，故意使动物致死要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万元以上，啊，100万元以下罚金。像类似这样子哈，动保团体啊，假定这个人啊是动保团体到原住民部落，啊，发生这样的情形，故意唆使人这样去犯罪，那甘姓男子说我是被陷害的，我被涉及的，啊，那动保团体可不可以这样做？副主委，不好，啊，就是说这样做的话呢，哦，当然宰杀那个狗，我是认为在当然是违法的，啊，是啊，当然是违法，那应该要受到应该要受到处分啊，是，对不 对？所以我说我对今天这个版本我都支持嘛，嗯，但是你如果说这样，这个甘姓男子万一他以前没有这个不良记录，是，他没有宰杀猎捕这个什么狗，然后被这个。某某人士这样过来说啊，说要吃狗肉，我才能够孝敬我的父母亲，
啊，我父母亲的病才会好。然后他就去部落去探听、打访、采访。后来是问到，哎，这个甘姓男子呢，就说到，这样被欺骗了，他觉得有被设局了。我说类似这样哈，这个是先天上的，就被认为说原住民就是天生啊，这个会吃狗肉的民族，这个对原住民是一个污名化。是，这是教授目前在动保法里面没有规范这个部分。对啊，像这个教授这个部分啊，当然这个可能是少之又少了。是啊，少之又少，这个怎么可能动保团体要故意去陷害原住民？啊，可能就是哦、啊，那这个甘姓男子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哦、啊、这个不良的这个记录，我是不知道。哦、啊，但是他很不满就对了。所以是不是副主委，你是不是可以哈、哦？那个新竹加速这个防治所哈，疾病防治所，啊，是不是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事实的真相查明，啊，那如果这个甘姓男子没有这样不良记录，要还给这个我们原住民一个公道，是啊，要给他一个公道，是啊，这个我想说是不是就主要是这个，就是希望一礼拜哈。这个我们来查明，再给委员报告。好，一个书面的一个书面报告。好，一个真调查报告，好不好？好，好。这到底这个案例是怎么样？原住民是被陷害吗？是。哦，还是说是怎么事情？啊，这个去查一下，好不好？好，可以。好，好，谢谢。好，谢谢孔委员，谢谢副主委。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好，谢主席，有请黄副主委。请副主委。这个防疫局，防疫局邱委员你好，防疫局代表来哈。防检局吗？检疫所？防检局、那個、防检局有。来副局长吗？啊、不是科长，蔡科长。今天本席提案的三项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禁止食用犬猫嘛哈。当然这个条文你要怎么去做调整，本席没有意见，但是一定要把禁止食用部分把它纳进去。有这个人全纳进去。那另外就是骑乘交通工具遛狗，那不是遛狗，是虐狗啊哈。是。农委会同意嘛哈？是。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虐待动物，你应该强制接受这个生命教育的课程哈。是。过去是没有强制性，对，是得。好，我把它因，我觉得这个部分啊。一定要透过教育来扎根，对，透过教育来建立这个保护动物的这个观念，从小做起。好，那不止从小做起，也要针对这种加害者，对这个犬猫或者动物的加害者，实施强制性的这个教育课程。这个农委会的意见，我同意。有关教育这个部分的话呢，哦，我是认为是不是能够教育部那边也应该要从小学教育。这个我是不是麻烦农委会针对如何保护动物要从小扎根呢、啊？对，从教育切入着手，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农委会跟教育部来召集相关会议，怎么样透过教育的方式把这种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观念从小扎根？对。因为这个吃狗肉这个东西，你如果是小时候就接触的话呢，你不只单一是食用犬猫，是其他的对保护动物、爱护动物这种观念啊，也要透过教育来切入了哈。是是，所以有没有规划这相关的课程？这部分再请这个，等一下我有个临时提案了哈。是，我请农委会召集这个教育部，针对如何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啊。纳入这个国中小的这个课程里面你们开个会来做一个讨论，可以吗？是，可以，可以。好，我同意。另外，这个农委会每年投入在保护动物的预算大概是多少钱？来，科长。跟委员报告，目前的那个就所谓的一般的公务预算大概是9000万，然后公共建设部分大概是2亿3000万。公共建设是？放在哪些部分？目前是这两年是优先投入在各县市的公立收容所的新建、扩建、改建。啊，目前全国有多少公立收容所？目前有全国有33个公立收容所。那未来5年、10年有没有一个目标期程？你要到5年之后，你要设立多少这个收容所？10年之后你要设立多少收容所？目前没有针对数量去规划期程，而是从容量的部分去做检讨。容量绝对这个永远不够了。对。好、哦，永远不够了。你现在是多少？全国有33个，
你如果再盖一百个，恐怕也不够了。所以那个收容所的角度应该是从中途的概念，它绝对不是中养的概念，是，这是我们目前推动的方向。那你这个中途的所乐中途的收容所，目前它的功能有发挥吗？以目前我们收容进来再认领养出去这样的一个收容，它的里面的这些设备，大概它的需求强度没那么强，因为它不是中养嘛，是，它是收容嘛，哈，收容是大概是短期的，哈，是中途的。所以他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资本设备啊。目前整个的环境的一个改变是以符合现代的收容条件，因为我们现在的收容所大概都是一二十年前的老式的收容所改建的。是，所以你每年投入多少预算啦、啊？以这两年大概整个会投入大概每年大概是两亿，两亿是新建嘛哈？扩建还有改建。扩建改建，那可以完成几所？目前各县市提出来的大概未来的这四年内大概是十五个收容所新建、扩建、改建，那大多数都是改建。一年可以完成十五个？哦，没有没有，整个旗城。整个旗城啊？是。那一年你可以完成几所？这两亿，这两亿你到底它你的功效怎么样？以目前的一个进程来讲，各县市政府的规划大概会落在民国一百零六年到一百零七年陆续会完成，整个案子的工期大概都是两年到三年。我觉得哈。你这个收容所这个扩建改建新建固然重要哈，那你每年用两亿，对不对？那我觉得这预算有提升有提高的这个空间了哈。那另外九千万是花在哪里？九千万，三分之一大概会投入在绝育，三分之一在协助地方的那个人力的人事经费，那另外三分之一是做其他的动保工作。所以三千万在推动绝育。对。哦，那其他是人事费用三千万，然后有那些其他的这个保育的这个工作就三千万。是，你觉得这样子的经费够吗？我们以有多少预算去优先做优先投入？你要争取啊，这主委、副主委，这个部分啊，你从预算反映就是我们不太重视对动物的保护啊。好，你看三千万去做动物保护的工作，全国各县市。可以得到中央这个补助预算有多少？很有限，很有限的、啊。所以你应该把那个要增加保护动物的预算，最起码你要有逐年成长的一个目标嘛。啊，现在、欸、过去十年前大概没有毛小孩这个名词啊。对。好，那对大家对毛小孩的认知就是他变成家庭里面的成员。是。所以要好好的善待对待他们，就好像对待其他的家人一样。所以你现在预算怎么样去执行保护动物的工作？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会思考会再来讨论看看那经费的一个分配是不是有办法再增加？因为前面这几年我们确实是把大笔的经费花在收容所的一个改建那你有没有奖励的机制哈？比如说从企业或者从 NGO。去奖励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诱因跟机制，不见得完全是由公家单位来新建这些收容所。国外完全是由这个政府在新建吗？国外也有很多 NGO 在协助新建呐、啊。是，那你们要有个机制，怎么样导引 NGO 来协助政府来这个扩建或者新建这个收容所啊？目前私人的这些收容所的话呢，台湾也有一百多所了。不是只有政府才有一百多所，那他们的这个绩效啦，他们的营运管理啦，当然他们的营运管理方面呢，也是因为受限于经费呢，因为你量越多的话，你要花的经费越多嘛，所以这个部分的经费呢，我们再回去再思考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善，就是把它逐年的提升。另外就是说收容所里面的这个你们的管理啦哈，或者是。收容的状况是啊，我看到一些数据啊，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死亡率很高啊，收容所里面的死亡率很高啊，都超过两成以上，大概11%左右了。没啦，有的管区，对，在里面死亡的，对，超过两成呢，哈啊，以原因这里对，人力不足，人力不足，还是专业性不够。它变成它不是一个收容所，它变成一个死亡的一个变成我不能说坟场了哈，它在那边就是
他立即受到立即性的照护，能够让他能够恢复健康，而不是只有两成，有十个动物里面有两个动物在里面会死亡。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农委会把问题找出来，是专业的兽医师不足，还是里面设备不够，而会造成死亡率那么高？这个一般的话都是刚刚进来那个弱小的小狗死亡率比较高了，因为他在这个之前他是没有打过预防针。对对，你们照护能力不足，照护能力不足嘛。进来以后呢，在收容中心里面有固定的兽医在那边在那边照顾的话，他会往上提升。所以刚进来的那一段时间是死亡率比较高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推脱支持的哈。我觉得到一层以上，到两层，我是觉得已经非常离谱了哈。你在那边没有让他这个恢复元气，让他恢复健康，反而变成他死亡的地方。这个我们会要求来改善，要检讨一下。对，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这个有些分配的兽医是有一点不足。另外就是我能力不足嘛，对，能力不足牵涉到预算问题嘛。是，所以你们站在保育动物是这个全球或者这个全球国人共同的期待嘛，你在预算方面，你就是要反映出来，我们才能从预算上看到政府的决心嘛。是，谢谢，谢谢邱委员，谢谢副主委，接下来请陈明委员。好，主席，我们请副主委，请副主委。好，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谈，动物保护法哈，禁止食用狗猫哈。那我想今天这个修法非常重要哈，过去很多人都有吃狗，狗肉哈，但是现在慢慢文明社会哈，社会更成熟哈，我想我们也应该要更成熟。目前的动物保护法哈规定不得宰杀哈，不得贩卖哈。但现在的这种现行法令没有规范哈，对，不得食用了哈，对，没有规范。所以刚刚特别有委员提到哈，那误食怎么办哈？那当然刚刚这个法务部有做解释哈，只要不是故意的哈，其实还是不会罚的了哈。所以就现在就很清楚，不可以吃狗肉哈。我想这也是一个这个不只是用法令哈去做规范呐，其实我认为哈，这应该要用宣传啊，就用社会教育道德哈，那么去做规范哈，我想这个更好，对，更有它的一个价值哈。我想现在的人哈，去吃狗吧哈，狗、猫哈，这种有生命的哈，啊，咱去啊吃，我感觉这是讲不大好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这个省这个是非常好，我非常的支持哈。但我今天我要在这里这个主审的另外一个重点，林务局有没有来？林务局，好，副局长，好，副局长，杨副，好，副局长，这个我记得我们3月16号，我们经济委员会有做出一个临时提案，就是要你们去检讨就国团呐、的一个租约哈。那我这几天接到哈、你们的公文，那么你们的这个检讨报告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哈、那我们是特别是希望就是说你们能够检讨就国团的事业目的，还有它的一个规定用途哈、它的一个资约哈、的一个适当性。那你们检讨报告的最后内容，最后一个结论啊、这个内容好像就是说，你们还是会依国有公用不动产收益原则之规定予以出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立法院所讲的这些话，你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等于都是在放屁，是不是这样讲？跟委员报告，委员、等于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告诉你的说。过去这六十年来，国民党的赋税组织，吼、安尼是安尼，这个圈地，吼、特权租约，这个东西，我们讲了这么样子已经延迟，而且是
是可以说是每一个案例你们都非常的清楚，还有一边一口在做的。我想这个事情你们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个检讨报告是这样子讲啊，还讲说什么救国团的这个在办理土地契约的时候提出配合办理这个什么无痕山林的活动啦，什么森林火灾的这个正念宣导啦，什么这个森林生态保育的宣导等等，这样子就可以等于就是免租金，啊？你们这种报告，你到底要谁给谁看？跟委员报告，也许有一些写给你们自己看，还是要写给台湾人民看？啊？你们这种报告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吗？跟委员报告，也许有误会，就是委员上次有两个指示事项。一个就是说租约可不可以调整为两年，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价钱可不可以按照它的整个营业的20%计收。那有关于这一部分，我们有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在104年在调整救国团的租金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订了一个9年的约了。那因为他租约是基于双方合意，那我们会跟救国团来谈说是不是能够改定2年的这个契约。有跟这个委员报告。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副局长，其实我想你今天的报告不只是我们立法院所提的这些地点而已。你现在今天你只提到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观音山庄，你就没有提到例行山庄很多的这个国民党租的这些林班地、林务局的，等于都是免费。在签地啊，现在我们在讲的所谓转型正义，你们今天的这种报告，我们真的实在看起来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你今天不是讲9年6年2年的一个合约问题的，你们今天直接讲的就是合法，什么青年中心这个使用是合法，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你们一瓶要做一口，太不合法。但是没有正义啊，没有公平正义啊，为什么他们跟你们租是一瓶1块钱，啊？那别人租呢，一瓶都要几千，这到底是什么因素？那我们需要你们去做检讨，你们说没有办法检讨，吼，一个企业是9年，这有道理吗？这有道理吗？刚刚就是一个时间的部分，就是9年改成2年，已经跟委员报告过了。另外有关于土地申报价金，那个是按照财政部的行政院的规定，用5%来计收，这个也是已经做到了。现在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再调整为20%的部分？那我们当时问了内政部、教育部跟财政部啊，那他们是说要拿到救国团的营收的资料。那有，因为它这个涉及到营业税的部分呢、啊。那要财政部要求我们哦，就是直接向这些，就刚刚委员讲的这些的单位哈、哦，直接去向他去收取了以后，据言你是不是可以能按照20%的来做？那当时在里面有做副局长报告。其实我想不管是救国团的观音山庄、阿里山的青年活动中心，或者是日月潭的，或者是我们在讲的阿里山例行山庄哦等等的这些地点哈、哦。事实上，在监察院的这个调查里面，也就很清楚的有记载。是。那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林务局也没有很积极的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处理了哈。尤其是我今天你刚刚这个报告哈，跟你现在的这个书面的这个报告哈，是有一点出入的哈。那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说，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书面的这个报告，你很清楚的跟我们答复，就是说认为这个这些地点的租约，基本上你们还是要按原契约旧约来继续执行，大概是这样子吧，没有错吧？应该是说之前就是委员还没有提案的时候，按照就是刚委员刚讲的，之后因为您有之后我们已经去了，是啊，副局长，我今天这个公文是6月17号。说到的呢，你这个去吃来的是6月17号呢，那我们在立法院的提案，在经济委员的提案是3月呢，3月17号呢，那等于你我们讲完以后，你们今天跟我们的答复，跟你现在在这里口头答复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到底是哪一个版本？我也搞不清楚，你今晚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版本，我们是不是那个等一下事后把那个新的版本拿到您的那个，应该是已经答复给您的。不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旧的版本吗？也就是说你有两个版本吗？我现在是根据六月十七号，今天才六月几号？23号。今天23号，等于我是六月十七号接到了公文，我现在在跟你执行啊。是不是有两个？就是当时你问的时候有两 个，但是如果你现在你这个版本是等于是你叫要照顾过去的契约要继续执行的、啊，这不对的 啊！大概是不是当时有发了两个的文到您的手上？因为我刚跟您报告的是那个到目前为止，不会吧？那个委员要求林务局来做的最新的方式，不会吧？不会说另外还有一个版本吧？对啊，不会是这样子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哈，我希望有另外一个版本，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提案，你应该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做一个检讨报告。是。如果说今天哦，我们因为我们的在执行以后，你们再有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出来，那也不该。哦，事实上我们也是认为，事实上现在在所谓的转型争议，那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就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做的啊。啊，嗯，对不对？是。况且你这个公文是六月十七号我们接到的，520已经啊，这个政党轮替了，新政府已经上来了。你六月十七号再发出这种公文，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应该。会不会当时在经济委员会有几个委员针对救国团的事情要求林务局做一个报告？那我们在答复的时候，我们是。公文有发给所有的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了、啊，那就是在这边会不会？我不了解，这是你的事情。是你要去查。是好，会后你要跟我说一个说明。是，好不好？是好。最后我想要跟这个副主委哈、哦，特别要提一下哦，就是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的太阳光电。是。那这个很多我们现在在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太阳光那个设置哈。哦，地面型的啦，是。现在地面型的在推动的过程中，有特别提到就是严重的地层下陷地区。那严重地层下陷地区，当然像嘉义就有一万多公顷。对。但是如果再加不利耕种，这四个字下去，就可能就限缩到一两百公顷而已。是。嗯。那我不知道什么是不利耕种，哦，这个认定是谁？你譬如想，现在嘉义有东石布袋，对，哦，现在国发会把它签订，这两个乡镇有很多地区，哦，是地层下陷区，是，所以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基础建设其实都不能做了，是，那不能做了以后，其实我们不了解说未来，哦，你们所谓的不利耕种，如果说刚好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利能这个。产业在推动，是太阳光电哦，能够刚好在这些地层下陷区来设置的话，那我想也是刚好了哈，是刚好能够适用了。但我不知道农委会把不利耕种这四个字加进去以后，那会影响这个太阳光电在嘉义的一个发展性。那是不是你们回去，是不是重新再做一个检讨，很清楚的告诉？这个地方政府什么叫不利耕种这四个字，这样子的话，哦，未来，哦，在检讨过程中，哦，才不会，哦，大家，哦，有产生很多的一个疑虑，哦，我想这样子有利于，哦，现在我们在推动的五大产业，哦，那利能产业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哦，一个产业。我想农委会，哦，不要太本位主义，是不是这个部分回去，哦，好好的做一个检讨，也能够很清楚的啊，能够跟地方政府做一个沟通，好不好？我稍微回答一下哈。好，那这个地层下陷区不利耕种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哈，总共在台湾大概有18区，大概有1200公顷了。哦，那其中嘉义部分的话，就是在东石跟布袋，大概有140公顷了。哦，那整个不利耕种的，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那个盐混地了。那事实上，那昨天农委会曹主委呢，已经对于这整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部分呢，大概整个区块需要可以用的，已经做一个规划。好，那这个部分等到他弄好以后，我们一定会对外来说明。好，谢谢。谢谢陈委员。接下来请管碧玲委。
谢谢主席，我们请副主委。请副主委。管委员你好。副主委是新任。副主委新任吗？对，我上个礼拜才、才开始。才上任一个礼拜了、所以不能对你太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动物保护检查员。好，你知道哈，我们依法对有设置这个检查员哈。我们看一下，全国的人力到105年5月哦。全国动保的这个检查员的人力有专职76人，兼职81人，合计才157人。兼职人力占52%，好，兼职人力占52%。那他们所受的训练，对动保检查员来讲，好，他们所受的训练就几天而已哦，总共有3种训练。第一种训练概念基础班5天一个班，然后第二种训练2天是稽查训练班，还有进阶班1天，加起来他们所受的训练就8天，总共受的训练8天。他们的业务呢其实是非常繁琐，好，他们的业务其实是非常繁琐。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人力那么少，好，你这个很乱，人力这么少，可是他的工作量看起来一年将近有9万件，主动稽查的部分跟民众检举的部分一年大概将近9万件，今年到现在27000多件哈，是有比较衰退了哈。那裁罚数不多，这个将来要检讨为什么裁罚数这么少，好不好？这个部分我要一个报告，我这几天还没有办法哈拿到你们这个部分的详细的报告，这个我们以后再慢慢下去讨论。可是呢，我们以平均数来讲的话，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人力，那大概一年一个检察员要处理569项案件，这案件还不包括他们需要去做宣导教育，还有收容处所管理的那些业务，所以人力其实是相关不足。那他们的业务很繁琐，依照动保法，他们的业务，你看哦，你看1、2、3、4、5、6这样子下来哦，总共7大点，几乎所有的业务他们都要管。一般保护、经济动物的保护、实验动物的保护、宠物业的管理，哈，不当利用动物之保护等等，哈，在动物收容处所的管理、保护法的教育宣导，他们业务非常的繁琐。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图像哦，就是说。人力呢，才全国100多人，然后兼职的占超过50%，好，兼职的占超过50%，然后每一年每一个个人平均要接的案件数非常的大。这分布当中，我们再来看各县市的这个分布图，专任的人力在各县市的分布图，我看不出你们这个逻辑了哈，这是不是因为各县市政府投注的资源不一样？好。但是专任的话，专职的话，我想涉及的是中央政府的补助经费怎么下去啦。所以你看看哈，专职的人力，全国专职的人力哦，6都占42%，那这6都里面，桃园市才占1%，高雄市的人口数还比台南市相较之下，台南市5%，高雄市4%，台中高达11%，绝大多数是配置在台北市。新北市是5%，哈，那个新北跟台北也很不成比例。这个配置你们要下去检讨，各县市问题的状况跟各县市人力的配置的比例，相较之下要让它进一步达到均衡，好不好？我们来检讨。这个部分是第二点，你们回去要检讨。第一个回去要检讨，为什么裁罚数跟稽查跟检举案件那么不成比例？第二件事情是专职的人力这样的配置，我觉得在各县市他们的任务的完成上面没有横平性，好，这个部分一定要让他们有足够的人力。然后我们要请问的是，小英总统在日前所发生的不幸案件，也就是动保员
吞药自杀之后有宣誓，要到107年的时候投注19亿元，要进行改善、加强保护动物，还有动物收容这两件事情。好，一个是加强保护动物的行政跟动物收容这两件事。那107年如果要到达19亿元进行改善的话，明年度的预算你们有没有反映出来了？明年度的预算会增加多少？我们明年度我们请那个畜牧处这边报告一下。会增加多少？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正在那个在通盘的检讨，那应该是有增加，不过现在确切分配的额度还不确定。不是快要进来了吗？不是快要变进来了吗？现在正在提所谓的概算，就是明年度的概算。是，所以会增加哦。会增加。在动保这个部分，目前那个主委的分配数有增加。以去年来讲或今年来讲是多少亿？这两个重点加起来。离一百零七年总统所宣示的19亿还差多少？目前我们实际的预算到位数只有原来的规划数的一半，就是过去的两年。还不到10亿，对不对？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还不到10亿。总统宣示等于是后年就要19亿哦。那明年要大幅增加才对，不然你后年怎么可能达到19亿的规模？所以你们现在在编明年度概算的时候，我提醒副主委有这件事。是。好，你们预计有可能增加多少？这个部分的话，还没有决心。因为它主要是由主委那边跟那个主计那边在盘点。回去好好反映这件事，一定要在明年度的预算反映出来这个预算的增加，好吧？你看看那个人力那么不足，一定就是因为你们补助的经费不够啊。要不然我为什么不聘人？流浪狗的问题这么严重，然后这个整个动物保护管理的业务这么繁琐，还有我大量的运用兼职人员的时候，其实背后隐含一件事哦，你们是没办法解决的哦。现在全国这100多哈，有高达一半以上是兼职人员，你知不知道他们可以开处分书？他们在执行公权力耶。是。执行公权力的人员是兼职人员呢，要看他的一个有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胡说八道，这哪里是训练的问题？谁说兼职人员可以执行公权力，可以开处分书？这哪里是训练的问题？国家的公权力该归谁掌握？当然是执法执法的，他是准司法，他可以开处分书我们今天下去的时候，你看看这个都重罚好，我刑事的话，我开告发状，我可以处分书移送，然后行政罚则，这个行政罚还的部分就直接开处分书但是在执行公权力我们法制秘书说一下来，主秘还是兼职人员。兼职人员可以开处分书吗？可以执行公权力？来，你们的法规会。那个法务部罗参事有了。来。那个，现在是，来法规会。法规会的。法规会执秘。好，兼职人员占52%，兼职人员81人啊。是，那跟委员报告哈，这个部分前线应该是主管机关的一个前线，那主管机关的一个所属公务人员才能够依法行使公权力。好，谢谢，非常了解了哈，副主委。对，我知道，我兼职，因为我刚刚误会了，就是说兼职公务机关里面的执法人员也可以当兼职，这个是我误会。怎么可能检察员是叫公务员去兼任？所以这里的兼职人员是那个意思吗？是公务员去兼职，那糟糕了，那人数更少了，不对吧？来说一下。办其他业务的公务人员呢？对呀，办其他业务的公务人员在兼任检察员。换句话说，全国有52%的检察员是办其他公务的公务人员兼职的搞清楚哦，是不是？难怪我们的动物保护工作这么凄惨了。换句话说，全国只有做这件事情的人力只有76个人哦，而不是76+81哦。我很震惊，我问出这个东西来，我很震惊。你们给我的也不是这个答案，你们给我的答案就是157人了。然后那个兼职的，就是非
非典型雇用的、啊、兼职人员、啊、结果现在变成是公务员去兼、啊、是正职人员、啊、是正职人员公务人员去兼、啊、公务人员 去兼的。那哪一种公务人员去兼这、啊、这个由那个畜牧处来说明比较清楚。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的动物检查人员在实际上的地方的配置都是所谓的动物保护处或是防治所。那这目前的人力兼职的部分，就是他原来可能办一些防疫业务或者一些其他业务去兼职我们动物保护检查的工作。那这部分人力，我们把它地方把它算为是所谓兼职的动物保护检查员。那这个工作摆烂，公务员忙都忙死了，还去兼检查员？光做这个检查的业务，刚刚零零总总看起来七大项哎，他们还要出去哎，还要出去检查哎，出去稽查哎，不是坐在办公室哎。是。结果你们用公务人员在兼职的占52%，把这个业务重新调整，难怪需要19亿。你们需要大量的增加人力啊，至少光是人力你就要大量增加，让正常业务政府的编制，正常业务就是需要那么多人才会编制那么多人。结果你让他们大量的在兼检察员的工作，检察员是要到外地去稽查的这种工作，这就是像叫社会局的科长、社会局的科员去兼社工员是一样的意思，哎，对不对？是一样的意思啊，可以吗？社工员可以让社会局的这个科员跟科长去兼社工员吗？不可以吧？通盘去检讨好不好？我们会去检讨。那个反映在明年度的预算的部分，我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处理这一块，如何能够在明年后年光两年而已，你就要达到总统宣示的目标19亿。要加倍哦，好，你要加倍的话，你明年至少先加一半嘛，那加一半就是加4亿哦。好，那个这个基本的配置，你看基本的人力配置就这么严重的缺乏。那管委员的提议，您就要回应嘛，还反应了，我回去反应。好，谢谢管委员，接下来请王惠美委员。管嘛。来，主席有请副主委哈。好，我们请副主委。副主委哦，显然你对整个业务熟悉度还不太够了哈，也刚来没多久了哈。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期许你，因为我们既然我再确认一下哈。我们这个临安乐死真的明年要上路吗？对，日期绝对不变。对，啊，不变的话，那就只剩下这6个月喽。是。那等于这6个月你们要做非常多的事情哦。好，那我想我们这个部临安乐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要先处理这些流浪猫狗的问题吧。是。啊，好，那针对我们今天头条的，你有什么看法？我们要临安乐死，而且这种事情不是只有一件哦，这种事情实际上在基层上是层出不穷哦。这个是因为年纪小，然后被弄出来。我们之前在基层啊，那个流浪狗常常追着人跑啊，是追着摩托车啊，对，那为了要闪他，为了要被他追啊，一挤啊，人都跌倒，人就摩托车就累残呢。所以说很多真的，如果说你们真的那么有魄力，明年一定要临安乐死，我看我们真的有非常多的事情要来做哦。那我想你第一个，我们流浪猫狗的来源源头，你们怎么管理？我们最重要的那个结扎这个部分，可能会去加强。怎么加强？我们是有编列经费，就是每年结我看做的里里浪浪，嗯，真的。地方摆个摊，然后有知道的人来。那再来，这些哪里有这些动物？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可能我们有做所谓的这个登记吗？而且你现在晶片已经变成规格化了吗？已经规格化了。所以说现在规格化一直经
的动物，你就能够查出可以查出，只要一扫各个县市的系统，你都整合了吗？对，整合完了。所以这个系统你们整合了。对。所以那你们现在就是要努力来做执金哦。对。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怎么做？你们现在具体已经在做的怎么做？这个我们请那个畜牧处的来回答，这个是他们啊在怎么做？你们现在怎么做？各县市怎么做？跟委员简单报告，分成两个区块。第一个部分就是目前的一个处理的部分，就是我们透过其他的配套的措施去引导，包括绝育，包括狂犬病的注射，我们就俗称的三合一的一个方向。然后就这部分来鼓励，那这一起来做好这三项工作。所以你这个也是跟一些先进国家嘛，要来做这个零安乐死的话，先 TNR 嘛，对不对？这个部分算是方向之一，之一啦哈。对，好。那你现在只靠我们现有的人力，显然是非常不足的，对不对？你用兼职也好，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包括台北市现在兽医还缺两个呢，对不对？连台北市这么都会区的地方，他们都还会缺人呢，更何况乡下地区哎，对不对？那你人力第一个你一定要补足啊，但是就现有的人力来讲，能做出什么吗？好像也有限吧，就像讲的又要宣导又要去做又要去怎么样，有限吧。有没有想到跟什么单位一起来合作？跟委员报告，目前跟民间的动保团体或是一些第三方的 NGO 组织来合作，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不过因为有在地的一些差异性，这部分我们会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再来哈，这些宠物会常去哪里？常去所谓的宠物店啊。他也跟人一样啊，要去看病啊。所以你们应该要多重用我们基层的所谓的兽医师啊，自己开业的兽医师啊，对不对？你们应该要跟这些所谓的宠物专卖店啊，或者做这些宠物美容相关的啊，一些宣导的东西啊，也要透过他们啊，你才会知道动物在哪里啊。我们现在有登记的动物大概50%嘛，狗是50%嘛，猫是20%嘛，对不对？还包括很多没有户籍的，你根本都不知道的。那这么庞大，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动保人员绝对是不够的嘛。你们要去研究一套方式，跟这些民间的组织团体个人，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做起来嘛。不然我看哦，临安乐死哦，后续绝对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啊。再来哈，我还是要替基层的这些清洁队员哦，也要讲几句话了。现在民众哦，常常就反映说啊，拄到流浪狗啦，那只好找公所，公所找谁？找清洁队啊。可是哦，我在担任镇长就发生一件事情啊，清洁队员很辛苦的。一堆人去围，有人跌倒，有人干什么，好不容易把那只狗抓回来了啦。可是因为清洁队员真的没有受过训练啊，我们只是不小心把那个狗啊，用那篮子啊，没有把它抱着啊，哇靠，那个网路狂宅啊，搞到那个清洁队员那个欧记上50-60岁那个快要退休的欧记上去负责捕狗的这个差一点哦，差一点，不要说自杀啦，要稍微3-4天睡不着觉，你知道吗？那被外界哦，那新闻一看啊，那个新闻怎么是我捕狗这样不对哦？那个压力你知道那几天的压力有多大？所以第一个，既然我们要请清洁队员来协助捕狗了，因为基层还是这样，不太可能你们收容所的人去捕啦。一个县市也没几个人，等到我跟你讲狗在这边，等到你来了狗也跑光了啦。所以最激动的方式是怎么样？请清洁队员来捕啊。啊，清洁队员，你有没有给他们受训？对不对？那基本的动保的观念有没有给他？没有呢。哦，这个是我在基层活脱脱看到的一个例子啊。好、哦，再来，我们有个制度啊。我们好像你这个狗你不要啦，你缴个2-3千块钱到我们的收容所啊，好像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这样的一个制度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加深人家弃养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还是有良心的嘞。哦，我2-3千块钱再给你收容所 啊剩下的嘞，就放着让他自生自灭啊。
跟委员报告，那个刚刚提到的送交收容所缴费这部分是各县市政府的那个他自行决定的做法，目前不是全国性的一致做法。那我想你们要研究一个全国性的做法，我们会来盘点，好不好？我常常说我们一个国家，实际上台湾也没不太大，可是常常却是一国多制啊，啊，这样我觉得也不是很对啦，好不好？这也会造成有一些人认为说，哎，你今天你要去养这个动物，哎，好像是，哎，我今天心情好好，我就来吃，啊，不好我就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嘛。我们既然有心要去养这些动物当宠物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要有那个爱心同理心嘛，对不对？对，没错。啊、哦，那再来的话，我想虐待动物啊，这个部分的防护网啊，我们也希望你们真的跟这些动保团体好的合作，跟基层的乡镇公所、村里长多借用他们。如果你们的宣导能够到位的话，我想你们会多很多的志工啊。那你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在台北跟桃园，他们现在有所谓的在找所谓的这个啊志工嘛？可是，在偏远的地区就不是那么容易耶。所以这个相对的都会化跟乡村化的那个不同的东西，你们都要跟人家考虑在里面啊，好不好？好，这个部分要拜托你们啊，我也为这些猫猫狗狗嘛，跟你们多起命啊，好不好？啊，让他们真的能够啊，找到适合他们这个爱护他们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快快乐乐的、啊，对不对？大家互相取暖嘛，对不对？好，以上。谢谢王委员的质询哈。那个副主委，你一面哈听一下，我刚刚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最后一个我要提醒你哦，以旧金山来讲，他的动物保护检查员哈，他的训练期是3个月；以英国来讲，他的训练期是半年，实习一年，而且规定要在22到40岁以内具高等教育程度。我们的话只有8天的训练，人家是半年的训练，实习一年。我们的训练才8天，好，所以刚刚王委员讲的这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都显示我们在动保的这一块，在政府内部还属极端边缘的业务，好，这个是一定要加强，好不好？好，谢谢，王委员哈，接下来请高志鹏委员。主席，这边有请副主委，请黄副。高委员你好。副主委，不对，早上的提案说明，相信您也听过，我们这次的我的这个提案，一方面是跨党派的立委来共同提案。更重要的是，它是由50几万的民间联署，而且有一系列的活动，来发起啊，所以也不是我个人的匕首之争啊，也不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哈、啊。那也希望我们当然看过您的农委会的书面，都写尽表尊重啊，那尊重。那到底是不是支持啊？支持啊，我们后面有回复，哦，基本上那个精神是一致的。我看都写尽表尊重而已啊，没有、只有文字的差异而已了。有没有？有了，我们你们的尽表尊重就是表示支持。啊对啊，好，其他几个我。我不越俎代庖哈，就是至少就我们所凝聚的这25条，这个提高刑责，然后不同刑度的这个部分，农委会是支持的。对，啊，好，因为也真的一定要做区别的哈。我跟副主委讲，啊，我们刚刚提案说明说过了哈，现在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是把宠物当成是家人。啊，就比没有生小孩的哈、啊，当然是小孩子，啊，有动物医院，啊，有要送狗猫去美容，去马杀鸡，啊，甚至
现在连宠物的灵骨塔都出来了，所以已经不一样了。那媒体也关心啊，你随便一个虐杀动物的案件，一定搞到头版头条。好像去年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台大学生虐杀一只叫大橘子的一只猫野猫的案子哈。你看那时候占据了多久的版面？那这些都会算在你们头上，因为你们刚好是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任何作为的话，啊，继续有这些事件出现，啊，如果还继续保持说，啊，这个就动物就跟物品一样嘛，哈，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倡说，啊，这个要落实这个生命权益的保障，因为它没办法回复啊，啊，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希望来提倡这个动物是生命，不是物品。可是现阶段看起来，动物是连比物品还不如啊。起码354条的毁损罪还判2年以下，结果我们这边原条文就是1年，而且常常都轻判。啊，我们举刚刚的例子啊，那个这个台大学生那个虐猫案，这个大橘子这个案子，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就是检察官申请简易判决，但是现在判决还没下来，所以最高就是罚金啊，最多就是拘役而已啊。我们再看看历来的案子哈，啊，那个案子哈，好，在2005年有一个彰化一个卫先生姓魏的，毒死了7只狗，判拘役40天，啊，并科罚金12万。花莲有一个姓李的，刺杀一只狗，判了3个月，啊，总共这么多年哈，我们这些动物志工哈，统计了1997年到1105年的4月间，各刑事法院所做动保刑案的确定判决哈，一共有84件，啊，被告有91人哈，统计观察以后哈，发现他的量刑普遍都偏低，平均宣告刑度几乎都没有达可以宣告范围的一半，甚至很多判刑都贴近法定刑或处断刑的范围的最低下限，因为你刑度你本来就规定1年嘛，1年在其他的刑事案件里面就是最低的嘛，几乎就是最低的嘛，没有比他最低的啊。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法官也会觉得说，啊，你最高刑就1年啊，那我还能判什么？而且你没有区别任何的啊这个犯罪行为的差别，啊，你是不小心撞死他，啊，不小心摔到他，把他摔死，或者是故意拿来凌虐，他本来就刑度上就有不一样，甚至你是拿来吃，是以此为业的。这些当然都希望能够有差别待遇，否则就是法律上所讲的，它就产生了一个轻重失衡的一个情况。就像早上我讲的，你拿一个斧头砍一只关在笼子里面的狗，同一个行为砍死狗，只要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砍坏笼子，有可能要判2年以下。副主任，你觉得这样子没有轻重失衡吗？啊，副主任，是。这个是当然是在有一点不平衡了。这个啊，尤其啊，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啊，这些虐杀的案件的，其实引起关注以外，哈，他其实有时候不是情绪发泄或抱持好玩的，他有时候是那种很变态的那种行为。美国 FBI 在2016年哦，首度将虐待动物列为等同杀人和纵火的 A 级重罪来追踪，就是他认为这些人是潜在有可能会未来会做出啊更啊可能杀人或者是其他的恐怖
这个案件的同样的一个潜在的危险人士，他认为说虐待动物可能是暴力犯罪，这个的危险人士啊，两者是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他把它列入追踪。当然，你们只管动物，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就一个主管机关，就你们去列管通报以后，有没有可能对情节重大的是不是应该要提醒这个行政院或者跨部会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研讨，让这些人这些嫌犯的关注要更加提升，是不是应该接受生命教育、公布姓名、追踪辅导，纳入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是，这个有关教育的这个部分的话了，那早上我们另外有一个提案，就是说跟教育部合作呢，从我们的中小学开始就接受这种保护动物的这个教育从这个基层这个地方着手了对，这是教育的部分呢、那是那为什么？我是说，发现这种这些案件，是不是应该怎么样的继续追踪因为再怎么样，动物保护法你们是主管机关相关的这些案件，理论上也都是你们应该要去这个督导。对，就是说，当然其他的部分整个纳入社会安全网甚至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像 FBI 它是它是整个用来追踪，而且要建立档案，是甚至是这个还有其他做法。这个当然不是你们不是您做的搞，但是你们作为一个主管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想办法来研究看 FBI 做那个美国的做法，然后来提报到这个行政院会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我们会把它通报，就是说到执法机关去。那在刑法上，在财法上我们也有累积，就是说你是累犯的话呢，你是需要加重处罚的。对，副主任，真的也希望说这个今天即便没办法马上来处理那农委会这边应该还有其他更积极的态度。那么也希望说未来可能还有因为还有其他的同仁，还有其他的修正案要一并来提入今天大家不一定会处理，但是在未来处理的时候，希望你还是维持刚才讲的农委会不只是尽表尊重，而且是完全同意让这样的修正案，这个无关男女这个也没什么什么对，是我们同意的。这个这样法律的通过，反而能够彰显台湾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了相对于中国最近广西玉林要办什么狗肉节这个真的是这个搞到是一个被全世界各地的爱护动物人士来抗议这样遗臭国际台湾如果能够在最短时间里面通过这样的相关的法令我想是一个最强烈的对比，这个副主委同意吧？同意，我同意。好，谢谢。好，谢谢高委员。对，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处理一下临时提案，请宣读。临时提案第一案，近年来我国动物惨遭虐杀，实在事实频频难存，甚至还发生运送过程中摔死河马及大批犬只遭闷死意外。日前新发生桃园新屋动物保护园区园长因执行流浪动物安乐死，导致压力过大而轻生的事件，显示我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于生命教育及动物保护概念认知普遍不足，无法专制专业性全面性的动物保护政策。我国106年即将实施零安乐死目标，虽然农委会虽允诺投入约19亿的经费改善收容所的硬软体设施及人力，但仍看不到动物保护的愿景，相关宣传教育配套措施尚未完备，源头减量成果有限，更缺乏专业性政策，恐让友善动物零安乐死成为口号。有鉴于此，请农委会于两个月内邀请内政部、教育部等相关单位成立跨部会专案小组，针对我国现有动物收容所设施、收容所救护星及动物保及动保警察制度、志工的合法制化，各级学校开设动保生命教育课程，以及立法保障每年动保经费足额的目标，进行完整的政策规划。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谢谢邱委员的提案。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邱委员的提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通过。农委会怎样？你们拉环保署下水。
好，拉下水，拉下水。好，那我们加那个各位委员对于拉环保把环保署加进去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我们通过。好，谢谢。提案修正通过。接下来请苏正清招委。好，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我们农委会，我们副主委，请副主委。苏委员你好，副主委，首先跟你恭喜啦哈，你从生物科技园区，然后来这边担任副主委，那我想你来担任副主委是要借重你的专才啦哈，所以未来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我想你应该可以好好的表现才对啦哈，所以在这边先给你祝福哈，谢谢。那么这个今天的报纸，我相信很多委员都有问过了嘛，对不对？对，好。那当你在屏东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屏东的野果多不多？多，很多哈。对，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我们应该要讲说，在屏东整卡，大家都种很多槟榔，尤其是客家地区，包含我们长治，在它的园里面都会有养一些狗，弄个饲一挂狗啊，阿底下上在过槟榔，对不？对。但是那在整来啦。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了哈。那真卡企业高啊啦，差不多晚上八点就跑去睡觉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勤务嘛，真卡所在车袂经过啊嘛，对不？所以连狗都跑去睡觉，因为不会有车子来吵他。但是这些家里养的狗，他睡觉很自然，但是外面的野狗，他就这个时候却到处在乱跑。这个就是你在屏东，在我们长治的时候，你也常看到。对。好，那当野狗跑出来的时候，常常很多意外发生，就如同今天报纸所报的一样。那我们身为现在你来担任副主委，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具体方式来做这个处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包含前天的报纸，也有外国的人到我们屏东来玩，竟然跑到树上说以为他被狼群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那代表这是什么？我们现在的野狗冲刺，甚至在田里面，甚至于在所谓的社区里面，因为它是有群聚的。对，好，那诸位，胡总，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几个方向呢？第一个方向呢，比如说结义哦，把这个抓起来抓，能够抓到的话就结义嘛。哦，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抓捕抓这个野果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哦，是有它的困难度。对啊，有它的困难度啊。那现在重点，刚才有委员讲啊，我们捕捞的技术人员他的专业是不足的啊。是。那谁去抓？刚才我们王委员他有讲啊，抓的这些人都是来自基层，没有受过特别训练，甚至连我们的所谓的清洁队员都要协助去帮忙抓呢。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我们回去会来检讨看看，就是有关清洁队员的这个部分的捕捉，哦，我们来加强训练。诸位，野狗现在是泛滥成灾啦，我清楚，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只针对抓了以后，然后送去所谓的收容所，那简单的讲，前一阵子所发生的问题，收容所也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灾难的开始啊，是对不对？好，那既然这样，当初我们修法通过以后，我们已经没有十二页了呢，对不对？然后既然没有十二页，那政府就应该更加积极的着手去处理这个所谓的流浪狗的这些流浪狗的问题，包含什么？我们的人力、我们的管理、我们的预算，还有资源，多多方面我们都要提升啊。但是基层的现在各县市里面，我要问一下主委啊，副座，这我手上有一张我们的这个公立动物收容处所管理人力的资源表。是，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现在有好几个县市，他的所谓的驻场兽医师，他是不足的哦，是，甚至是没有配备的哦，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这个可能要会里面要来做一个规划哦，因为我这个我们很清楚，就是说明年要实施零安二十
不在整个政策的调节上可能不能跟以往一样了，那包括现场这个地方，现场最重要嘛，因为现场就是说这些那个野放的狗，那就流浪狗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你都说重要，现在我手上的这一张表，其中里面我们这个是公立动物收容处所，其中有基隆、苗栗、屏东、金门、连江，一共有六个县市是没有设专职的驻场兽医哦。是有六个县市哦，什么时候能解决？如果你如同你所讲的啦，最基本的我们这个人力的配置，专职的兽医师都没有办法，起码解决了。我们不是只有去所谓的捕抓而已，哎，我们的源头管理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源头没有做好管理的话，那未来到所谓的收容所，那才是真正另一个重大的灾难的开始，哎，是，对不对？那这个。没有专职的兽医师怎么处理？继续延宕，继续下去，还是要编经费，还是要怎么做？我们会优先来处理的。优先处理是什么时候可以处理？这个都已经明显出来的啊。是我清楚，对不对？你们多久能解决这问题？我算是替地方政府请命嘛。是。这在明年还要等到明年哦。2020之前，我们把这个整个再重新规划。就是说，你还要六个多月就对了。所以好，诸位，六个多月，我想这个根本就可以马上去处理的东西。他是一个专职的兽医师，现在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兽医师啊。我要讲的是，到底我们政府有没有重视这个区块啦？每次总是要等到事件发生的时候，才要去做所谓的补救的动作。今天。我们立法院修法同意的以后，十二月已经都取消了，所以十二月取消了，面临着什么资源、人力，包含着所谓的收容所它的场所的问题，这个都是要赶快去处理的。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政府的积极的脚步在作为。我们有在处理的，就请我们请那个信务处说明。你们说都有在处理哈，好，来，那我说来，那改善硬体设备，我现在问你们。你们105年度，你们投入4亿6798万，105年度哦，好，你们投入这个。那我们在屏东县的公立收容所，现在有吗？屏东县是委托给屏东科技大学去做收容业务，那对做收容业务。屏东县目前没有提出新建或改建的收容所的预算需求。所以你的意思是，现在屏东县政府没有提出他们要新建或改建的计划，所以就是委托屏东科技大学。没有，那是屏东县委托屏东科技大学。好，那实际面刚才讲了，我也问一下我们副主委了。屏东县的野狗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屏东啦，这种槟榔的啦，槟榔介绍然后拄啊开始扎成啊在咧收，拢爱靠狗啊去斗狗，人的狗料以外，狗啊斗狗，但是。它属于就是在田里面这样跑来跑去，我都在公开实在叫做伊伫这个横啦，大了无爽快，伊就离开啊啦。那到处充满着野狗充斥，那只有屏东科技大学、屏东县政府委托他们来做处理。刚才讲的野狗那么多，你觉得可以收容得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政府单位要积极的做台湾各县市整体的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跟考量。如何纳入最有效的资源？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如何解决收容所的不足的问题？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而不是今天有发生了很多所谓的被野狗咬伤的事件以后，我们才去这边抓。这边抓，一狗啊是袂点点好你厉害啦。如果没有去做从源头管理，包含着晶片的植入，包含着结扎的一个动作的话，我跟你讲，狗啊死给乌白走，死给乌白生。你永远都没办法去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这边要跟政府讲一句话，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根本的从源头来做好最后的做源头管理，然后在末端的包含收容的一个动作，它的场所、它的人力、它的资源一定要做最充分的一个补足，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农委会能够有更积极、更有效的作为，来阻止在有这种所谓的野狗泛滥，甚至野狗咬伤人的事件，不能再让它层出不穷。好，副主委，这个要一定要请你们加油哈。我回去把这个议题，然后会去讨论。好，好，谢谢，好。
好，我们有请钟嘉宾钟委员。主席，在场的先进委员，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各位工作伙伴，大家早安。那么要有请我们黄副主委。有请黄副主委。钟委你好。哎，副主委你好，我们就不客套了哈，因为我的时间只有6+2哈。好，那我赶快，因为今天很多委员除了关心本法之外，也关心今天发生的新闻事件。是，我就不再多说。我个人的意见，我是非常认同啊，邱志伟委员所提出的，饲主对于所饲养的动物猫犬，应该善尽人道的爱护责任。那么我接下来请你看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同样的动保法当中，他要求第五条要求饲主呢，必须啊这个。对于他的饲养动物呢，要人道对待。那么对于饲养的动物呢，也不得非有一些特定的理由不得宰杀，对不对？对，这不只是限制饲主，也限制我们政府机关嘛。对对，所以今年1月23号，我们说动保法通过之后，临安乐死就变成2年的缓冲期之内政府要完成。是，那你知道临安乐死执行之后，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吗？我给你看3个情况。第一个，临安乐死之后啊，我们收容的这个流浪猫犬。捕捉之后，你都要饲伊一世人啦。对，啊，所在有够无？对，好、哦。第二，啊，你的能力，好、哦，你要编这五个能力，啊，你要编五省，要饲了个七。对，那这三个问题呢？我不晓得我们农委会或许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地方政府权责啦。请问农委会有没有调查过目前执行收容流浪猫犬捕捉业务的这地方政府有多少编制人力，有收容多少数量？他编了多少预算？有调查不？有，这个我们有资料。有资料哈，可不可以会后给我？好，可以。好，好，那我问一下，依目前你们所了解的各地方政府准备好了没有？他目前编制的预算人力有没有达到未来在执行临安乐死之后几年内他可能需要面对扩充吗？还是他足以应付？够不够？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收容中心公立的收容中心，它只是一个中途站。哦、我们希望他未来，但是还是很务实的去算说，啊，你反正高尔伯郎认养，啊，我们就一直养下去啊，哎，对，啊，撸起撸贼啊，是，撸料撸贼嘛，对，好，所以从这里来开始呢，我们就发现源头管理呢就很重要。我刚刚帮你设算了一下，我们看这个图哈、哦，这是台北市的屏东县的，哦，人口撸少的所在，高价撸贼啊，所以我们苏委员说的对啊，台北市因为它人口数很多，相对流浪猫犬对它的负担不大，对，相对人口较少的乡下农业地点，我们就有很大的影响。你来看哈、哦，以收养这个流浪猫犬呐、啊，哈、哦，一个300只，一个台北市就要花多少钱呢？我帮你算了哈、哦，一个台北市就要花到了大概1880万呐、啊。我不晓得是成本什么，科长是不是大概这么多钱？一个台北市差不多这个数字嘛哈、哦。好，饲料费。那我们想，如果不源头管理，这没完没了，对不对？源头管理也是农会主张的。那源头管理两个源头嘛，第一个自然已经在流浪的猫犬，它会自然的生养嘛。另外一个是被饲主丢出来的嘛？对，针对第一种，我们的农委会要求强调饲主责任。你好，政府在起立的比赛挡出来了哈。对，但是我要问一下，我们怎么做去强调饲主责任？我们用植入晶片，对不对？我们用挂牌登记，是不是这样？是。我顶个马贡啊，有责任感的饲主通常会做这个事情的，都是有责任感的。相对逃避农委会这个要植入晶片要去登记饲主的名字。反而是弃养的高风险群，是意思就是讲，你现在强调饲主责任，结构是啥？无要听话，你会蛋糕啊出来、嗯。那这时候怎么办？他把猫狗丢出来，你能够堵得了他吗？堵不了嘛。所以最好的方法怎么样？从源头，所有饲养的猫犬，非特定对象的，都是要结扎嘛。对，是不是同意？同意。阿贝这届的康凯农委会要请谁来执行饲主的猫犬结扎？兽医，兽医，哎，兽医现在全台湾的兽医师工会，我们有专案委托给他吗？编多少经费？一年有没有超过2亿？没有。啊，大概多少钱？3000万。3000万，3000万，用这规价高外结扎，有没有省贵？一只狗大概要成本要1500吧。外面的行情是3000块嘛。对。兽医师你可以给伊卡1000块、1500块，就给你做啊嘛。哎。啊，你3000万用这规价。好，所以我现在强调是说，因为目前呢，如果流浪猫犬你不从源头管理，这里面还不算说流浪在外的哦，已经人口在。饲主在养的，我要帮他做绝育；在外面流浪的，我避免他自然的繁衍，我也要把他抓下来做绝育嘛。对啊，后面这个部分是地方政府做的，你们有补助地方政府捉来的猫犬把它做绝育的费用吗？有。
啊，大概一年补助多少只？这个我们全国大概到明年度呢是到要做到15万只嘛？15万只，你们累积不要我，你把那些已经做了就往生的不要算了哈，我们要这样算了，一只狗、猫犬、流浪猫犬，在它自然的生命流程当中，在外流浪的生命历程大概有几岁？3岁、5岁？目前如果按照调查的话，大概不超过5岁。5岁它可以生几胎？你这个算得出来吗？所以我们要求的是说，如果你能够在它的有效生命期限内，对于绝对值的数量的流浪猫犬，一定程度的让它做结扎，那它就的生育率就会下降，流浪在外的猫犬就会减少嘛。这个数量你们出估要多多少只才能达到这个让它自然出生率往下降？大概多少只？10万只？5万只？如果要按照所谓的绝育的速度，那个你赶不上它的自然生育率怎么办？大于它的那个繁殖速度的话，至少每年要超过大概20万只左右。20万只要花多少钱结扎？好，我跟你讲哈，听起来很贵啦，农委会可能编不出预算啦。那我再告诉你们哈，其实科长你们也很清楚，今天对流浪猫犬的管理，不只是因为爱犬人士、爱护动物人士、动物保障人士，很多社会上很多人他对狗的看待，就是今天报纸上登的，他怕被狗攻击，尤其是怕传染疫病。那我们来看一下狗的传染疫病是怎么样的情况。狗的传染疫病，黄犬病为例，我们问过了，一个人哈，上次黄检局来，一个人的针剂要3万块。如果狂犬病大蔓延，全台湾在我们医疗的部分要投入2300万乘以2万到3万的针剂费用是多少钱？这个数字给您看一下，4600亿啊！农委会一年预算多少？1000亿啊！因为这三个农委会都不告别嘛，所以这个部分的钱，我想农委会在前端做结扎、做注射疫苗的钱，其实就是要节省未来我们万一发生狂犬病大流行，国家要投入的经费。所以我上次就跟农委会主委也要求说，行政院里面我们要争取国家预算资源的分配，与其狂犬病大流行，到时候花上亿元去打针剂，帮人类注射疫苗，开2000亿，不如我们多补助给农委会，大概多少钱？你们觉得才可以足到一年几只？20万只？20万只。要多少钱？一只假设2000块的话，20万只大概20亿啦，20亿，40亿嘛，对不对？20万只，2000块，40亿嘛，40亿比4600亿，你觉得划不划算？农委会出得起这个钱吗？现阶段我们对于狂犬病的一个防疫的话呢，我们是对于周遭的宠物以及就是这些这样子好了啦。我还是要鼓励农委会，你们要争取预算，要在行政院争取足够的预算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不是只有农委会来做。后端的防疫的要求经费要拨到前端来使用。再来第二个，我们对于饲主责任的要求要转变方向，是对那些比较缺乏责任的高风险弃养的饲主，我们用经济诱因，等于说你这2000块，一部分1000块、1200块、1500块补助兽医师执行材料费之外，创造点经济诱因，鼓励饲养猫犬的饲主把他猫犬拿来绝育，愿不愿意考虑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们现在做那个全面的一个盘点跟评估，我们支持这个方向。好，那就希望说未来你们把这个方案纳入之后，所需的经费我们帮忙农委一起争取，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有请现在是廖国栋廖委员了，换了嘛哈？好。好，廖国栋不在，然后徐正伟徐委员要跟王玉敏王委员换吗？他跟那个廖国栋委员换。那现在王玉敏不在啊，廖国栋不在，那王玉敏现在不在啊，所以你还是那徐正伟徐委员跟王玉敏王委员换，好不好？有请徐正伟徐委员。谢谢。好。那就是廖国栋廖委员在徐正伟徐委员之后，还是你要让廖国栋廖委员？好，那就廖国栋廖委员，然后之后徐正伟徐委员，然后王玉敏王委员。好，不会，谢谢。谢谢主席哈，我们请副主委。好，有请副主委。好，廖委员好。
我对于怎么样让动物的所谓的动物权能够提升备受重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尤其是狗啊猫啊这些宠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个名词我深有同感的，所谓的动物福祉这样的这个用语我个人基本上我是同意的同意。但是不晓得副主委有没有看到昨天有一个新闻，今天的新闻是今天嘛就昨天的事今天的新闻嘛，一个小孩子2岁的小孩子被流浪狗攻击攻击到受伤，后来怎么样我没有看到后续的新闻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似乎要把这个焦点，今天谈话的焦点是不是放在流浪狗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会有流浪狗？是有人弃养，然后他在外面这个流浪之间就一直繁殖，越来越多的这个流浪狗流浪儿子流浪儿狗还是狗儿跟着流浪妈妈，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我们到底要怎么管理？我觉得才是一个重点呢。真正养宠物的人真舍不得把他的宠物所谓的弃养或者放掉或者让他自由流浪，我想比较少呢。真正的就是他在外面自然增殖、自然增生，这个才是你们要想的怎么去管理。你认为呢？是没有错。那真正从家庭里面放出来的，大概都会放到收容所去。收容所，那最主要在社会上引起大家的不安的，还是以流浪狗这个部分为主。对呀。那这个部分呢，刚刚早上的一个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可能要从这个部分去着手是比较确实的。所以我们有几个方案，就譬如说从清洁队这边来加强他的教育训练，看如何把这些狗引进到我们的收容所里面做一个结扎以后呢看有没有人要认养这个部分去着手那我们加强收容的这个部分，我们加强兽医的一个诊治的这个部分从几个方向我们去做了。所以减量流浪狗减量变成是你们要予重视的一个部分。这个有点像我一直在追踪的猕猴的这个总量的管制一样是一样现在你们农委会的做法对猕猴泛滥成灾造成了很多的农民的灾情，你们也是不知所措无能为力嘛，最后只好说我们抓一只就阉一只，抓一只就阉一只嘛，也是让他不要再有能力去增产嘛。那么对这些流浪狗，照理讲比那个猴子好抓多了路上就可以追，就可以追杀不是追杀了，追捕了不像那个猕猴跳到树上躲在里面，你根本就看都看不到，你怎么去抓好多了，又容易多了。但是你们要怎么做？我就想知道你怎么做。你要抓到然后他才能够进入收容这个程序，你才能够在那边给他结扎嘛，所以那个抓才是一个很要紧的事哎，副主委。是这个，这也是一直困扰着各地方防疫所在捕抓这个方面的技术是一直困扰的那我们应该是从加强，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的话呢，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人呢，一般是各县市的防疫所的兽医或者是工作人员，第二就是清洁队这两个大概是我们目前比较明确的可以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人员。我很简单的一个 focus 的一个问题是，流浪狗到底谁的事？是你农委会的事，还是环保，还是哪个单位要去做？都有，包括县政府也有责任。那到底谁是主政呢？当然农委会是最后的一个主政机关是没有错了。那变成追捕是你们的事，是吗？追捕是地方防疫所。对啊，这不是我们变成一个分这个多头马车了吗？对，它是一个分层负责的了。那你又不能去强制各个县市政府说你一定要如何，所以然后最后我们只好追问你只好在你们这个
政策上面来跟你们要求、啊、是不是我们请畜牧处这边的话呢来规划看看，譬如说清洁队的话呢，譬如说经过清洁队经过适当的训练以后呢，那执行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说给他一点奖励或是怎么样，我们请畜牧处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措施，现在有没有相关的政策？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在抓流浪狗捕捉的部分大概两块人力，目前有八个县市大概是用基层的清洁队在抓，其他县市由动物保护机关来捕捉。第二个，这些的捕捉人员依照目前的动保法的规定必须受过人道的一个捕犬训练，所以在捕犬的基本技能上应该都有一定的具备。那可是目前的在食物上流浪狗的捕捉，因为很多元狗的那个动物行为的方式，所以现在捕捉方式大概除了诱捕笼或直接捕捉，那甚至有些还是用麻醉催箭的方式去做这些捕捉的工作，那是有很多元的一个方式在处理这个议题。可以射杀吗？不行，不行射杀。所以这个最好的方法，用麻醉枪嘛，那是不是射杀？是用麻醉枪，让它比较容易抓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为什么不能追？不能用枪？现在能够用的是催箭。哦，那难怪你抓不完嘛，抓不胜抓嘛。事实上，这个在外面流浪的狗的话，它对人不熟悉的人，它还是有警戒心的。哦，你要接近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啊，就是因为这，所以你要远距离，你就要开始的。你近距离，它才不让你抓，它早就跑掉了嘛。所以你们抓不胜抓嘛。这个方案恐怕要改，为什么不能用设？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还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比如说他生出来的小狗，你在他小狗的阶段就把它抓走，这样的话呢，它的数量也会降下来。哦，那个是消极的做法了、没有错、哦。你等它生了，你看到了，你才去把它捡回来。对对对，就这样而已。因为它生的地方有固定的地方。所以整体来看我。整个条文啊，我都支持这个想法哈，你们要修改的这个条文我都支持。但是流浪狗到底要怎么去处理？你第二个第二步收容中心也不够啊，你只能收容，按照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不是全面可以收容到吗？啊，是不是收容中心哇满了，跟监狱一样啊，放减刑啊。放掉会不会这样？哦，当然我们是鼓励，就是说收容完了以后呢，经过结扎以后，我们希望还朝着有人去来认养的这个方向在走了。就是回到家庭里面去，对，变成宠物。变成宠物。经过医疗以后，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宠物，请人家来认养。这个方案或许会增加这个。减量的速度了哈，但是还不是最根本的做法了，你们要再多花一点脑筋了。是，谢谢。有请王玉敏王委员。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请黄副主委？好，有请黄副主委。王委员你好。副主委你好。我想今天呢，也谢谢我们招委排案要来这个审查有关于本席有提出来动保法第12条跟27条的这个修正案哦。那我看到这个我们农委会初步的意见，你们是赞成这样的方向嘛？就是说我们要来台湾要立法，然后我们要禁止来吃这个猫狗肉。猫狗肉。对。这个方向上你们是赞成的嘛？是，对，没有错。好，本席在这边要先肯定这个农委会哦，对于这个动保一直都朝向一个很正确的方向，我们全力来推动哦。但是这个法如果要落实的话，可能有一些细节上面的问题要处理哦。因为就本席了解，现在其实高雄市3月已经开始实施了。是。那我不晓得农委会你们有没有去掌握目前高雄市实施下来的。实质上去执法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说去取缔这一些如果疑似他挂羊头卖狗肉这样子的一个场所，目前在取缔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好，这个我们畜牧处来回答。好，请这个科长。那个报告委员，那以目前的一个执行的掌握，大概在于贩售持有的部分，
在执法上的那个举证是比较明确的。那在实用的部分这一块，在行政的一个个案执行上，可能目前的案例是比较难掌握，是有点困难。那不过，就是、如果它变成实务之后，那就很明确，那就很明确。那个很明确嘛，但是比较难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吃的部分。他到底有没有吃？对对对，这一块会有困难。对，除非说他现场正在吃这一碗汤或什么，對對對對，要不然其实可能，比如说消费完毕离开之后，其实不会有人知道，对不对？对。好，那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也会是将来在执法上面会有的困难跟漏洞，所以这个可能，比如说我不知道，这实质在消费上面，它可能会有相关消费的单据。不过有一些可能在乡下地方，他可能连这个都没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发现。但是本席觉得，一旦这个立法通过之后，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就是跟全国的民众宣示，其实依台湾目前的习性来讲，食用狗肉的人口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猫肉更是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台湾人的这个其实是不太食用猫肉，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大量来自这个东南亚的外劳。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可能有这样子的习惯，所以过去还有发生吃猫肉这样的一个案例。那我们这样的立法可以通过之后呢，我想最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台湾人或者是外劳来台湾工作，我们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严禁这个猫狗肉作为这个食用的肉品哦，是不准食用的。我想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旨意就会非常的清楚哦。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呢，本席也非常关心动物虐待的问题。最近我们看到，连这个大学的教官，他可能都会有这一种虐猫的行为哦。所以这个动物受到虐待，但是我们在法令上面没有适当的给予这一些虐待人一定的这个惩罚。我想这个是目前动保界大家的呼声，希望可以来修改这个相关的法令，从虐待到致死这样子的一个法令的一个保护哦，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些虐待动物的案子，我要请教农委会，就是说你们除了这个民间团体，现在是民间动保团体比较积极，他们在做收证，那你们现在会接获是就是隔壁邻居有人看到主动来通报给你们的案件吗？就是这种虐待动物的案件，除了动保团体主动去举发之外，你们现在有是民众主动来举发的吗？那个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的接获的案例很多都是民众直接举发，无论是透过地方政府的1999的专线，或是打农委会的动保专线。那这一个的案件，我们每年大概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大概有5-6万件的方式在做各种案件的一个处罚。那当然不是全部都是虐待，就是违反动保案件的一个个案的检举。对，那因为如果通报之后，就是涉及到后续的调查跟认定的问题嘛。那你们现在人力是够的吗？其实我现在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农委会最大的问题是，国人越来越重视动保的问题，但是我们农委会的动保的人力到底有没有在增加？因为我每次开这个记者会也好，公听会也好，农委会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大概就是我们的江科长了，就是他在负责这部分的业务。那到底整体在这一个人力的部分，我们因为越来越往这个动保的方向，也希望他落实。你们的人力部分到底有没有增加？人力的部分我知道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哦，那也确实是不足哦。那以我们各县市的一个防疫所来讲呢，为了动保，已经把防疫这边其他动物防疫的这边的人力呢一部分调往动保这边哦，来再移动哦。那这个因为受限于我们的公务体系的话呢，有一定的。原额的一个限制，我觉得这一块哈应该是要来突破，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像民进党提的一两个法案，包括什么不当党产啊、促转条例啊，他们都可以排除，就是说排除我们的这个中央主管机关的这个基准法，就是他们要在架设委员会，也一样是增加人力，而且职等都还很高。本席就认为，像这么重要的动保议题，该突破的框架。这个部分未来应该还要再努力了哈。本席是支持这个农委会这边动保的人力应该要增加的。是。那另外一个呢，本席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了配合这个临安乐死上路哦，我们看到现在各地的这个收容所的问题，上次本席也请教过。那现在呢，不只是你们的公立的收容所这方面要加强，
本协发现说有很多其实是送往这个民间的狗场的。对。那送往狗场的这一块，你们有没有在稽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本协这边有一个那个影片呢、哦，就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些的狗场也收容了很多的这个狗，所以它出现所谓的暴笼危机，就是本来可能是两三只关在一起的，但是呢，可能这个空间不够，所以呢，这个关的这个小狗的数量呢就越来越高。那我们可以吗？影片可以出不来？好，那如果影片出不来没关系，本席要凸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没有影片，好，这个就是图片，我们不用看影片。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动保人士他们实质去拍的。现在呢，就是有这个狗满为患的问题。你看，一只笼子里面呢关了五只小狗，这个就是现在这种暴笼的危机哦。那本席是认为，我们如果要真正落实的话，我们应该也不想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那特别是这边有一个，这个其实是你们自己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呢，送往狗场比例特别高的，包括最近出事情的桃园市，还有像云林，还有上一回出事情的嘉义县，还有澎湖，就是他们直接送往狗场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高。那本席认为，可能不止你们关注在你们这个公立的收容所这一块，就是他大量的送往狗场的，他的后端这一块，你们也应该要同样的去看他实质，他的经营状况是不是有符合，就是说这些动物的福利或者是权益，因为他可以大量的收容，但是他实质的环境好不好？我觉得这一块，因为我们现在动保是越来越进步的，是这一块的部分，是不是农委会可以去做必要的一个抽查，或者是实地的视察，去走访看看？那当然，另外一个，如果有人有心，他在这个收容所想要去扩建、增建，或者是愿意帮助政府解决问题，他去扩大，然后给这个狗狗更好的这个收容的品质，我觉得你们现在中央已经编一大笔预算了。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有意愿而且有能力的民间团体，也应该要去支持他们。对，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土地的取得，好像会遇到一些障碍跟困难，那你们应该想办法，就是去做一些的突破，这一块是不是可以去处理？是，那有关民间收容所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我们都有列册了，是哦，那也有定期在稽查，对哦，那没有错，那个委员说的没有错，就有时候因为它量太多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笼子关了很多，对，那如果说民间的这个收容中心有需要扩建的话，哦，或者是改善它内部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环境。哦，那我们非常乐意再支持他们。对，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专案哦，因为我们现在真的要让这个临安乐死是可以比较顺利的上路哦，所以对于这种有意愿而且有能力，然后也是经营的有品质的这种民间团体，那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专案，可以辅导他加速他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在建制过程当中，避免不必要的行政的冗长这样的一个往返，或者在地方上有遇到一些困难，你们可以主动去跟地方政府协调，去做一些的排除。我想这样子对于去疏解你自己本身公立收容所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副主委，谢谢科长。好，我们有请徐增卫徐委员。主席好，麻烦请副主委。好，有请黄副主委。好，徐委你好。哎，主委，副主委好。我想这个本席想这个流浪狗这个问题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些事情好了。这个今天早上这个两岁孩童的事件，我想本席想这个委员前面都有很多的琢磨，以及桃园市的我们的流浪狗中心那个简小姐的事情，好，我想也是一个年轻的一条年轻的生命，因为这个部分承受不了这么的大的压力而这个陨落。我们来想想看，台湾2300万人，
但是我们的这个流浪狗却有13万只，还甚至更多，哈，更多。那德国有8000多万人，可是它的弃养却很少，微乎其微。我们有没有探究过它的原因？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分成两个部分了，一个就是我们系主放出来的，一个就是它已经出来以后呢，它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流浪，然后再生出来的小狗，是一直不断的累积放出来吗？是，可是为什么德国一样有人养狗啊？为什么饲主不会放出来呢？这个它的原因在哪里？我认为这一方面的原因哈。可能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性，跟我们的教育是有关的。我发觉就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对于流浪，对于那个宠物的一个教育呢，是到后端我们长大以后才接触到。是。那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国中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宣导跟教育，我们是没有接受到的。那通常我们这一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呢，通常都是因为你的父母这样在做，小孩子也跟着这样在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要去完全的根除呢，在教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后端的一个宣导只能达到一部分的效果，后端的处理也只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基本还是就是说，从小孩子你就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副主委，您的观念非常非常的正确。所以我们在前端和后端的部分，我们现在做了什么？我们的甘地，这个我们的印度圣雄甘地说啊，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啊，就是端看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动物。所以我们刚才副主委也讲到，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后端的工作。对。那前端的工作现在在做了吗？所以早上有一个提案，我们希望结合环保署跟结合教育部呢。从我们的环境教育，从我们的小学教育，我们就开始进行这样的教育跟宣导，来降低这样的一个对于宠物猫狗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您现在是从小学的部分的教育是不是？对。是。那其实，在德国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您要养宠物的时候，您是必须。受过课程的训练和讲习，是才有办法去这个养宠物，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它是多管齐下，对。无论是饲主的部分受到前端的教育，以及我们孩子部分，现在我们要做的也是一个爱惜生命的教育，一个生命的课程的教育。另外，就是我们如何。这个饲主身教重于言教这个部分，去整个带动整个社会嘛。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来讨论，就是明年106年，我们现在要走向零安乐死的部分。所以其实，在多管齐下的部分，我们现在又做了什么呢？更积极的推动呢？有关设施的扩建啊，这个部分呢，我们这几年的经费一直增加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收容设施一定要扩建嘛？那各县市可能都会有提，如果县市提出来收容中心的扩建的话呢，我们都会补助它。那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在于数量在从宿主这边放出来的话，我们鼓励他去做绝育的这个把它绝育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补助来进行。好，谢谢。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措施？好，那本席先以花莲为例好了，好不好？是。是这个花莲，我们现在这个动物植物，我们的这个防疫所的部分呢、啊，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有收容95只。其实我们最大的收容量就是这样。是。那刚才我们的副主委也说，是由这个无论是这个流浪狗部分，由我们清洁队。之后捕捉各乡镇的清洁队捕捉以后，然后放到我们的收容中心。是。那其实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收容的空间是不足的。是。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组织法里面呢，就是我们一只狗要这个5个平方米。对。好，对。但是我们没有规定这个大小犬的部分。对。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有小犬的部分，还有大犬是25公斤，所以都在5平方米，其实那是不适合的，对不对？对，也不人性的。对，所以在这边我们是不是要这个规定说，哎，小犬它大概地方是多少，大犬它大概的这个地方是多少，还有我们人员的配置的部分。我们现在是100条有一只，有100条有一个兽医师嘛，是然后40个有一个辅助工作人员嘛。对，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就刚才我们王委员讲的，其实我们人力是不足的，好，基本上这样子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未来我们106年要临安乐死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增加我们收容的这个地方，以及我们收容流浪犬的这个支数的时候，这个人力是完全不足。那您靠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这个农委会来挹注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不够的。所以刚才本席听到我们的王玉明王委员提的说，哎，其实我们在人事组织里面啊，基本法里面也应该要增加，其实这是应该的。对，或者是我们如何跟私人的我们收容中心如何来合作？私人中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富有爱心的这个爱狗人士，但是他们的资源却是不足的。那如果在公部门的人事不足的部分，人员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补助以挹注这个我们私人的收容所的部分？另外在这里本席也是感谢我们这个农委会啊，一直协助地方来做我们的结扎的，还有我们防疫的部分。那以花莲县政府来说，其实每一年在我们防疫结扎的季节里面，我们都是13乡镇到各村各邻里去做，跟兽医师一起到下乡去做防疫。因为花莲是非常非常大的农家人啊，越偏乡的地区啊，其实养狗啊，狗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忠实的这个朋友，所以花莲养狗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哦。所以在防疫的部分其实是更应该着重，也更应该给更大的力度去支持他们。对，在这里这请我们农委会的部分能多多的帮忙。另外呢，在我们现在19亿的部分，我们有编一个19亿嘛，我们除了这个动保行政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可能行政上还有我们的事前的前端的宣导的部分，这个教育的部分，那在改善收容设备的部分，是不是这个部分您刚才说只要政府提出来，地方政府提出来，全力来协助，是不是这样？是我们这几年我们一直到107年，我们都有编列预算呢，要来改善各县市的这个收容空间的这个问题。是，其实在这个6年前啊，花莲县政府就提出了一个爱狗乐园的计划啊，但是这个计划呢，这个因为这个花东基金的部分是有所延宕的，如果现在花莲县政府再提出来有关于我们这个设备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农委会这边可以来做支持？这个请科长来说明一下。好，报告委员，有关于花莲的那个公立收容所部分，我们会里面已经针对他在凤林提出的一个需求的部分，已经核定去给他补助。那至于你是说私人的部分吗？没有，公立的部分，公立收容所，因为当初凤林盖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现有的公立收容所，另外一块是所谓的县府规划的爱狗乐园。是的，那县府规划的爱狗乐园的一个部分，当初的是透过花东基金来分担，那会里面也有分担部分的经费。是，那可是这个两个案子，我们晓得最近花莲县政府的处理的步伐，因为在地的有不同的一个声音，那步伐有缓下来。现在对现在爱狗乐园的部分，我们现在跟这个退辅会的部分有协调一块地方，所以也为了响应我们这个农委会在推动106年要临安乐死的部分，以及这个爱狗人士，还有我们很多的富有爱心的人士，大家一起希望能将这个爱狗乐园这个来成立，也来完成它。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花莲县政府提出申请的话，我们农委会是可以来全同意来支持的。是，好，谢谢。那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在流浪狗的部分这个能好好的来处理，善加来处理，因为这个其实后端以及前端都要并行来推动的。对，好，谢谢，谢谢，谢谢主委，谢谢主席。好，
钟孔昭、钟孔昭、钟委员不在；庄瑞雄、庄瑞雄、庄委员不在；陈廷芬、陈廷芬、陈委员不在；刘世芳、刘世芳、刘委员不在；江启臣、江启臣、江委员不在；林德福、林委员不在；蔡玉、蔡委员、蔡委员不在；蔡伯贵、蔡伯贵、蔡委员不在；陈怡杰、陈怡杰、陈委员不在；赖世宝、赖委员不在。那戴华这边就恭请拜托哈，我们徐正惠徐委员来做代理主席哈。主席有请黄副主委。好，连委员您好，直接也请处长跟科长。好，在所有我们请处长。哎，好，所有的这个有关流浪狗的处理哈。从现在，我想处长跟科长应该对我要现在要质询的重点，其实应该了然于胸哈。那除了我们说源头管理，那也讲到繁养殖哈的这个处理，包括现在的虐狗哈等等的议题，那也讲到这个我们收容所公立收容所的处理包括呢。本席念之在之的有一个区块，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希望能够有所谓的4年5年的计划，能够彻底的来解决流浪狗的问题、流浪狗猫的问题。所以呢，在即使是国民党执政的时代，那我也去争取了、说服了、说服了你们，那也游说了这个国发会到行政院，所以也给你们2笔预算，好，一笔就是这个收容所的处理，好。那不只是公立收容所，我更期待的是私人狗园的处理。好，那也争取了一笔，好，4年这个七，等一下这个金额啊，你可能你们两位啊，这个处长你给这个副主委了解一下，这两笔是什么的方案，各是多少钱，各是什么时候启动，也预计什么时候结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结扎的部分，包括。我们对于私人狗园或者未来的公立收容所，如何可以让这个专业的民间团体来经营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争取下来钱有了，所以从各个委员的论述，大家都感觉支持你们，都也替你们抱屈，觉得你们钱不够，但是呢，本席也支持了，也替你们游说了，那个之间的游说功夫啊，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好，也争取了一笔。好，那这个处长，您把这个本席争取这两项，你说给副主委听，再讲这个绩效，本席是相当相当的不满。首先很感谢委员，林委员，因为呢，我们知道每年哪两个方案直接讲明啦、啊，第一个方案是什么？在收容所的部分，公共建设，公共建设多少钱？15.2亿，15.2几年？要完成，一直到107，107。107结束，对，107到107，103到107，好，103到107，15.2亿，好，对 ，OK， 来，然后呢，另外一个方案呢，社会发展，好，社会发展，大概是7点多亿，七点多亿，对，好，科长，你有没有更精准的数字？104到107，7.3亿，7.3亿，104到107，107，好，这也是5年计划，那这个社会发展方案，你们是要预计做什么？社会发展的话，基本上就是前面的公共建设是在硬体的部分，那社会发展是在人员跟运作的部分。人员跟运作，对。好，那私立狗园的部分的处理的案的辅导，你们怎么处理？是在社会发展。好，社会发展，好，包括它的硬体哦，包括它的设备哦。对，就基本上就是，好，那你们的执行如何？协助民间的团体呢，也能够参与。好，所以你那15.2亿公共建设的部分，完全针对公立收容所的新建跟修建嘛，对不对？没有错。好，这个我想钱花下去就盖了嘛，这个各个县市政府只要提方案，你们就会盖了，这个没什么问题。钱花下去，地方政府送案子来规划好，钱扎下去就问。重点是在于这7.3亿，104年到107年，后年就要结案了。好，那我们看看你的绩效。本席念之在之的就这两块，你刚才讲这两块，我专业团体的辅导，好，我有爱心，有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真的是我真的是感佩到不行。
可是他们是不是有专业？我想这是需要辅导的。他是不是有团队好来帮忙他？这也是需要辅导的。好，再来，每一个私人的爱心狗园，我们都知道2000、200只、300只、500只，我们光是公立收容所的容纳量，我们的政府的财力都没有办法配合了，我都需要去争取经费来针对他的硬体建设，也要给他支持了。私人的狗园，他怎么可能除了人力的专业度跟不足度之外，怎么可能他有那个专业说好我要呢？我有那个钱，我的相关的设备的改建，好，我的要符合动物的这个福利，好，他那个土地需要多少的纳位量，这个他哪有那个专业？没有啊！你们做了什么事？你们光是为了这个东西做了什么事？分开再来讲，你的团体辅导、专业人力的辅导部分是一部分，你私人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的狗园的部分，你们现在怎么做？到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知道确实在民间在这方面是有他的爱心跟热心，所以我们也请专业团队的。什么叫专业团队？谁标了这个案？就是动保的一个团体。什么叫、什么动保团体？讲出来。那个跟委员报告，那这一块是由中华民国兽医师工会标到这一案的专业辅导。好，那从104年得标嘛？是。多少钱？钱没有很多，大概几百万，嘿，是几百万。你让他做全国，你是让他请他做调查吗？还是只让他做宣导？啊，那设备如果他评估出来，辅导完后，他觉得这个爱心狗狗、爱心狗园，他需要做一些设备空间的改善，有没有包括这个区块？有没有去探访所有全台湾的有？我就请你们去接洽各县市政府了嘛。我也请你们各县市主动提出哪些是他们的爱心狗园，在他县市内嘛，你们有没有一请这个团队去看，一场一场的去看，把每一场他所需要的问题、设备、公共建设的问题、他人力哪里不足的问题，然后这东西的你们呢，既然是这个团体是专业嘛，那他需要各是人力跟设备部分各需要多少钱，各需要用什么方案去辅导，你们有这样的列表吗？目前我们在处理这一块，目前没有，没有完全做到委员期待。没有嘛？那你怎么辅导？你这个花下去7.3亿，又是化为乌有啊！人民的纳税钱啊，你让我们今天来的这么大家都是对于动保团体虽非常关注的所有的蓝绿的立委失望啊！钱都给你们了，你看这一笔在立法院有给你们监督，有给你们删过吗？每一个委员都支持。到现在从104，现在105了。委员，这个部分的话，我回去我们再把它整顿看看。哦，我把这过去所做的事情。黄副主任，这是你督导吗？哎，这个畜牧师现在是我督导。现在是你督导吗？对对。好，那我就找你了。哎，好，我希望你担负起。对，我回去会把这。我们的同仁用不用心？用心，他们也非常有爱心，但是我觉得他的主导性、魄力、决心不够。是。所以也导致的，那要不然做什么事务官，做什么政务官呢、啊？你们都是号称最优秀的公务人员进来，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规划？连林委员，我都可以做出这样子，你最基本的有需求才有多少量，我才知道预算跟人，我本人都可以很简单的就告诉你，这很简单的需求跟供给的问题嘛。我们会重视这个。有多少需求？你有现在有多少的爱心狗园？是，好，所以你需要的。设备跟人力是多少？对，所以我就需要有一笔费用，多少的费用给你？是是。我先只是讲这区块哦。刚才各个蓝绿立委说源头的管理，你们经费不够，不要不要节育这个问题，我先不讲了，这是另外一个区块。我现在讲的这区块是从以前到现在，你们都不敢碰，也不愿意碰，然后就任由所有的爱心狗园在透过媒体，好，不是爆量了，好，或者就是因为啊，这个又是有什么感染了。好，或者就是又造成我们其他我们社区的不安，因为太有噪音，太脏乱了，就只有这样嘛？你不是产生民怨吗？是。今天不是今天，你一定要让人类的各个物种，至少我们人类跟狗要和平相处嘛？那你怎么能够让狗？就是我们呢、啊，就是你农委会，你才能让人跟狗、人跟猫和平相处啊！你们的政策在哪里？预算在哪里？有预算没政策，然后只有怠惰，
这个部分我们回去我们再来检讨。你要检讨？对。好，那刚才讲的这个方案，你怎么重新检讨这7.3亿？那15.2亿，我一点都不想检讨。那只要地方政府规划起来，你到你这边可以就给了嘛？那有什么好讲的？我现在检讨这7.3亿。是。好，你什么时候给我重新检讨，给我一个重新的方案？3个月。3个月啊？嗯。一个月就要处理，我跟他 data 资料都有。你知道本席多用心吗？我说哈，你们那个专业团体就去跟内政部学。所以你们也委托了什么中兴大学吗？还是中央大学委托了一个民间机构，真的去内政部哦做研究哦，说好内政部去辅导我们的这些社会机构啊，比如什么像这些基金会啊，哈，他们怎么样？哎，光是我们政府委托给他们做，给这些社福团体做，我们都会有一些指标。你要多少的社工员？你要多少的心理师？你会因为你委托的业务不同，你需要专业人力不同嘛？好，那再来。我们要募款嘛，你希望他们自给自足嘛，刚开始我们政府支持他，那所以呢我们也相关的活动也委托给他们来走出去。好，但是呢他们当他们的专业形象起来的时候，在你们辅导在内政部所与社会团体社会弱势当中委托给他们有绩效的时候，人家就竟然会募款了嘛。是。所以你希望这些爱心狗狗爱心妈妈他能够独立，好，能够接受外界的募款，而且是正常的管道的募款，你要给他专业啊，好，你要有给他人手啊，让他自己能够自给自足的起来啊，这就是恶性循环，你们没做到这一点嘛。好，再来，你知道政府多没担当，我们的流浪狗猫，我们是要植入晶片，你现在要爱心，只要自己的宠物啊，大概也都会有一定的比例接受这个晶片，好，我把它给他一个身份证。所有你们现在做的等于零，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哦花了很多源头管理都做结扎，不好意思，来，那做结扎之后呢，来，你要把植入晶片登录这个饲主，这些都是爱心狗狗、爱心妈妈，哎，都是流浪狗，你要叫做哎，你要登记成为你是饲主哦，那你为什么你政府不敢用？为什么？你就说哎，我怕他出事情啊，他真的狗我走出来去弄到人。哎、欸、啊！要找阮政府呢？歹势，阮政府我唔敢担当啦。你知道，我看社会团体哦，连我在地方上看呐、啊，我们走访基层，连那个社福团体，他光是发给我们一个公庙哦，就在做社会团体，他们做的多有制度化。在我南部，我现在不讲他的那个在我南部的高雄市区内，有一家公庙，他就长期做便当，365天。做便当的发放给我们的，你只要愿意来，他还分类65岁以上、65岁以下。好，你私人的状况，他给证件，你知道吗？他们都可以列管呢，然后他们自己寺庙负责，然后呢，如果社会局他要，他就来跟他要。那为什么？哎，他们如果这些老人家出了什么事情，政府会不会就责给这些这个寺院？不会啊，可是反而政府社会局都要拜托他，哎，你这边有最完整的资料，你连发便当，你365天发便当，你做到能够关怀列管每一个个案的状况。那你现在在做流浪狗，唯一漏洞，你完全没有办法列管，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他们植入晶片。你要要求，不好意思，谁理你啊？你的饲主都要要求我们这些爱心狗狗、爱心妈妈说：“哎、欸，不行，你拿来的，你抓来的狗，你送来的狗，你就要登记成你的。那”那什么意思啊？这说：“哎、欸，我爱心拿来，结果你政府没有当，但你当政府登记为政府的啊，你就登记为各地方政府的农业局啊，或者看是在哪一个单位主管嘛，在我高雄市是农业局，那你就给农业局嘛。”你光是这个漏洞啊，光是所有现在流浪狗猫有没有精准？你们花了这么多钱，有没有全部列管我所有的流浪狗？不会，你就把狗跟人是一样的，众生平等。我们人也会有游民，也会有中辍生，好，也会有一时我因为经济状况，我可能会导致我生活失能。好，生活的这个能力我真没管，那这些我们都有社会福利去支持他。你把狗当作这样就会处理了，好，那你就狗就是一时的流浪汉嘛，一时的这个中辍生嘛，众生平等，你有这样的慈悲心，我们政府现在做的社会福利政策，你就套在给我们的狗狗猫猫，你就会做了。所以你们光是你们的概念，
根本就没有众生平等的概念。你们还花了一大笔钱去跟内政部、做了一套计划。哦，他们是怎么样的辅导啊？社福团体啊，这个社我们一些社会弱势哦，政府照顾了我们怎么委托社福团体？他们的机制是什么？花了一大笔，还做了厚厚的给我看。到现在7.3亿下来，我就希望你们照着那一本做，有没有做到？没有，还是一样。所有到底全国有多少的私人的爱心狗园？各县市政府，请你们去盘点，有盘点，没规划。所以讲到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浪费民脂民膏，连狗都管不好，你就是没有慈悲心嘛。好，是以上你说一个月内，我为什么说一个月内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所有的 data 资料都有，你们内部人员都有做，我跟你讲的有去做怎么辅导这些爱心的这狗园的负责人，让他能够有专业也有人手。好，你包括了一个狗园，你是不是要吹那个麻醉师？好，你要抓他，那你可能要有麻醉，这要专业，这要训练啊，对不对？光是抓狗抓猫也要训练，你要人道啊，对不对？那你包括检疫人员等等，那看你要怎么的让他能够抚养起来这个专业人力啊，那你当然是要辅导啊。好好，这个一个月了，好，我会讲这个一个月是所有的 data 你都有了。好，副主任你讲话吧。好，我刚刚讲为什么会讲三个月呢？因为这个是我现在变成我督导的业务，那我过去并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去了解过，那我现在我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到地方去看看到这整个目前的一个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我必须了解的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这7.3亿的已经花掉的到底花在哪个地方。好，那你讲这你要了解需要花三个月。我会你的处长跟科长很专业，我知道你们处长从副处长开始到现在升处长，他很清楚我的理念。所以钱不能乱发的，你需求要控管的。是，我知道你有多少的流浪狗。好，你现在才知道好，如果流浪狗大概有多少，当然它会一直生，但是我们也一直的在做源头的管理。好，那在这边到时你现有的量大概以及预估的量，所以我现有的公立收容所有多少量我大概就预估出来，那不够的我再评估有没有可能要增建，以及我们私人的收容所你也去查估出来之后，我有没有可能把公立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流浪狗可以放到私人，它还有空间。是，好，那不够的，好，那就是好，我们再协调各县市政府有没有什么土地，还是台糖有没有什么土地，还有林务局有没有什么土地。是，好，它可以释出我们大概有这个量，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狗狗呢也把它安置在那边。好，那整个辅导机制该有的人手该有的预算都给他们。是，这才是你把需求出来之后，我的供给，你的供给就是你的政策、你的人、你的钱嘛。是，所以连这么简单的，我已经倡议，我已经当十五年的立委了，五届的立委，从以前倡议到现在，包括钱给你，政策也督导你们去做了，一事无成。现在你还花三个月，一个月就是两个礼拜内，副主委，我跟你约，好，你要了解情况，我就带你去，我已经跟你们那个跟科长讲了，我亲自去看。好，一个厂在美容，在美容区，好，那个爱心妈妈，那个林妈妈也是70多岁了，一个退休的公务人员，好，从港务局退休下来的，她全心投入在那边。然后呢，我去看她的狗园，我真的是阿弥陀佛，我真的是受不了那种环境，好，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说，那你的政府的7.3亿花到哪里去了？我已经看好，我已经标的给她了。如果这个案例你没有办法辅导，你知道我在美容区，我在私下餐厅有三个狗场爱心狗园，还有我们高雄市区听说也有一场1000多只的，我连看的我都不敢看，因为我没有把你们的政策跟相关的政策工具都调整好，我怎么敢下去呀？你去只是被人家骂，你被谁骂？你两面都不讨好，好，你被这些爱心狗狗的这些狗园的这些事主骂，说你哪有什么辅导？好，你只会来给我检举而已嘛，那你会被居民骂，你们这些在干嘛？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你怎么可以不抓？你去只有被骂而已嘛。所以我就嫌小厂，好，100多只的，好，那个真的是，
然后他也为了钱，为了饲料，更不要去讲那个设备是不是有专业，他的 所产生的每天的那个狗粪，你怎么的让他能够导入到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污水下水道？好，那如果那个区域没有污水下水道的时候，你怎么辅助他、帮助他？你不能再造成我土地的污染啊！好，两个礼拜内，你跟我要了解，我就带你到现场去了解。案例你请科长，科长也很用心啦，我说实在的啦，科长跟你们那个哈受受那个谁啊，那个技师是吗？都很用心啦。可是我觉得他总是他们想做的东西，中央的政策，你们这些长官感觉就是力道不足的去支持他们呐、啊，我只能说你们没有这么强烈的政策的去支持他们呐、啊，好，所以我也是要为科长哈，为处长、科长还有那位技政哈，也是要，虽然他们做的到现在我不满意，非常的不满意，零分，好，但是他们努力，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努力，但是他们很无奈，所以既然防护组们你有心来督导这件事情，我就看你怎么办，一个月内、两个礼拜内，我会跟你约，我们下去去看那个厂。那个厂，如果你辅导起来，全国的私立的这些爱心狗园，你就能辅导起来了。好，好，好不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林主，哎，我们林委员非常非常的深入，也非常了解的状况。我们请我们的主委啊、副主委啊，这个一个月内提出我们两个方案的专案报告，好吗？谢谢。哎，也给本席一份资料，谢谢。好，那这个登记发言委员了，除不在场外，其余经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张立山、邱莹、林黛桦、姚文智、蔡培慧、徐正伟所提书面质询了，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那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人，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资料，请提供于本会的全体委员，好，包括徐正伟徐委员哈，他刚才也有做特别的要求哈。那三项的讨论事项刚已询答结束，现在进行广泛讨论。如果没有广泛讨论，无人登记发言，另定期继续审查进行逐条讨论。本日议程处理到此，散会。